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8人，已足法定人数。好，我现在宣布我们正式开会，请议事人宣读上一次会议的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10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9年3月2日星期一上午9时11分至9时15分，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罗志镇等13人，主席罗志镇。报告事项：一、本院人事处提报院会关于立法院第10届第一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业经本院第10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会议决定在案。二、宣读本院第10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单。选举事项：选举本院第10届第一会期本会召集委员案。主席宣告：依民主进步党、中国国民党党团之书面推举，及未参加党团委员林长佐及陈伯伟等2人对推举方式之书面同意，推选蔡委员适应、吕委员玉林2人为本院第10届第一会期本会召集委员。以上宣读。好，那想请问在场的委员呢，对于上次会议的议事录有无疏漏或者错误？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宣布议事录确定哈。那请议事人员宣读讨论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讨论事项：一、审查国军退逐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管财团法人荣民荣眷基金会109年度预算书案；二、审查国军退逐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管财团法人荣民荣眷基金会105年度预算决议等5案：一、基金会决算及预算收支短处相关书面报告案；二、基金会接受管理亡故荣民遗产处分活化工作未征妥善检讨书面报告案；三、荣眷就业进修补助条件宽松恐造成资源浪费相关书面报告案；四、基金会现金资产未善加活用之书面报告案；五、全面检讨修正荣民代表董事监察人遴选办法之书面报告案；三、处理院会交付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请就单位预算安置基金及财团法人荣民荣眷基金会之预算编列予以厘清简送书面报告案。以上宣读。好，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参与的立委及官员哈。那第一位是我们罗志镇罗委员，那第二位是我们温玉霞温委员。那现在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在场的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在场官员哈。我们副主任委员李文忠李副主委，副主任委员周浩瑜周副主委，副主任委员吕家凯吕副主委。另外就是我们的主任秘书杨家人杨主秘，综合规划处处长吴志阳，服务照顾处处长曲良志，救养养护处处长厉以刚，就学就业处处长秦文台，就医保健处代理处长葛光忠，事业管理处处长张小珍，退出警副处处长谢其伟，行政管理处处长简世峰，人事处处长林正一，政风处处长丁国耀，会计处处长杨顺成，统计资讯处处长张志强，法规会执行秘书黄静兴，财团法人农民农眷基金会秘书长尤志煌，行政院主计总处基金预算处科长吴婉玉。好，那本日的会议的议程会审查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管的财团法人农民农眷基金会109年预算书案，那这部分我们只有询答。那另外呢，我们另外处理财团法人农民农眷基金会105年度预算决议等5案，以及处理院会交付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就单位预算安置基金及财团法人农民眷基金会之预算编列予厘清减重相关书面报告案。那
以上等等哈，我们请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李副主委来代表报告。好，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那么感谢委员会，那么邀请财团法人荣民荣恩基金会今日做专案报告，就基金会成立的这个法人依据以及执行之状况，摘要报告如下：一、法人依据。那么荣民荣恩基金会是根据这个《两岸关系条例》第68条规定，将民国82年9月17日以前在台罔顾现役军人及退出役官兵无人机等之遗产捐助设立，并以民国86年7月9日成立。那么设立的宗旨，根据《两岸关系条例》的68条哈。那么基金会有效管理跟应用基金加会荣民荣建，办理以下主要业务：一、罔顾荣民的大陆地区继承人申请遗产之核发；二、荣民重大灾害意外事故奖救助；三、亲人荣民子女奖助学金及教育补助；四、其他有关荣民荣建福利之服务。那么三、董事会的编成哈，那么组织架构表请参阅，我们每4个月召开会议一次。那么二、重大工作执行的情况，基金会从105年到108年预算编列及结算情形。那么基金会预算编列及结算作为接近会计师签证，那董事会审议通过，函请辅导会审查并送请大院审议。那么我们的收支的结余性，那么如户表哈，就我们的收入是哈，我在户表做一点解释哈。我们从105年收入是，然后我们逐年下降，105年9月，我接任董事长，那时候逐年下降很严重，好，但是我们做了一些努力，到107年，我们的收入突增到2亿3000多万，就是去年108年哈，这个数字我不晓得是不是给对，是7494万。那为什么降那么多？因为107，尤其是一次性的收入。那么我们现在变成7400多万，你如果跟以前是105年5800多万，突降到3500万，我们现在是7000多万，所以我们现在是。收起来是好，我们在收入上面是很不错的，而且未来每一年我们大概怎么收入都会超过这个数字了哈。那么在支出的部分，特别要跟大家说明，从105年到106年突降，是因为我们尊重立法院的决议，立法院委员会通过主决议，就是必须收支平衡，所以我们当时把荣民荣建子女的教育补助费从一个学期5000块降为2500，所以大降哈。那么到了107年，我们大致恢复，因为我们把它恢复成5000块。那么到了108年，我们增加到9300多万，是因为我们增加很多支出，包括刚刚讲的，我们把荣民荣建基金这个子女教育补助，好，我们增加到公立8000块，那私立10000块，因为我们还做了很多的其他作为，等一下后报了哈。那么在结余的部分哈，那么到我接任那一年第一次收支平衡，好，那么去年我们是-1857，那实际上不是这样算哈，因为我们有结余，我们每一年，好，我们另外拨了2500万，好，因为我们的这个结余必须要好逐年编，我们编年那个4年，然后所以如果把这2500万，我们原来就预计加上了，那我们实际结余是649万，仍然是正数哈。那么下一页，那么第二是我们建置荣民遗产核发资料库及简化申办之程序哈。那么第三是创新不动产的拍摄跟办理土地活化的这个精进作为，我们的不动产常常是荣民或是遗留下来的，好，常常是很偏远，那么那个面积很小，然后好，也有一些产权十分不容易处理哈。那么我们基金会是以接收不动产用公开标售处分为原则。那么在我接任那一年，我们用一年的时间，我们成立了专任小组，另外我们委托专业团队进行活化作业哈，然后。所以，请大家看那个那个五哈，我们基金会的活化好是这样哈，在104年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收入，到105年、106年大概就是16万、18万，
好，那我们经过一年的努力后，从107年，我们这一部分的活化是将近400万，然后到了108年是530万。好，那以后我们大概每一年这部分的收入，好，我们大概都可以维持530万，不是很多，但是同仁大家努力，我们从零变成一年可以收入到530多万。那么另外，我们才主动式的服务各种家荣处国军啊退社跟荣民医院的关联活动，这我们谢谢秘书长跟我们的同仁哈。那么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访视的动作，请大家看第六页哈。那你看我们的这个参加的场次跟我们的同仁参加的次数都是大幅的增加，好，大概跟以前来比，大概好，我们这样的一个互各地区哈，大概增加了3倍。那么再来是好要跟大家报，就是我们拍摄了荣民的微电影，表彰荣民的大爱的事迹。那么这是我们政府执政以来哈，我们开始做。那我们这些微电影哈，都介绍荣民的故事哈，包括老荣民跟青壮荣民，都引起很多的回响。我们在每一次的放映的时候，试映会哈，一定有人在现场掉眼泪了哈。那么另外为了配合那个第二类官兵，我们也在去年底，我们另外制作了一个哈，专门针对第二类官兵的一个微电影，就是第二类官兵在辅导会的协助之下，他怎么去创业哈。下一页，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的大爱荣民的这个兼遗赠的执行情况哈。那么我们的规定是，如果兼100万以上，我们辅导会颁了1到3等的荣光奖章。那我们会感谢很多的北北，非常的令人感动哈。那么我们在108年哈，我们他们捐赠的钱大概3589万。好，请大家看附表哈，就是我们这个荣民，我们的这个捐助的增加是非常明显的哈，从106年是1000万，然后到现在是108万是3500多万哈，这个跟我们拍微电影哈，然后跟各地区市导荣好，这去看我们的荣民伯伯也有关系哈。那另外比较特别就是说，我们过去哈这个企业的捐款是没有的了哈，那我们开始拍微电影，还有参加很多的这个活动，或者一些荣民企业家的这个回馈哈，请大家看附表，在以前我们荣民企业家捐赠是零。好，去年不多，我们捐赠了210万。那这一部分我们会逐步的发展。我们以后希望像美国一样哈，我们的荣民主要的监管不是来自荣民的啦，因为荣民伯伯逐渐凋零了。第二代的荣民他在台湾有家庭，有孩子，有孙子，他不可能把他的遗产全部来捐赠给荣民基金。我们希望能够以后能够向企业，不只是有荣民背景的企业，所有的企业来去募款。那么第八项要跟委员会报告，跟主席报告，就是我们第一次在那个年度内预算达到收支平衡，跟消弭预算的短处哈。那么在105年时候，我们累计哈这个预算短处是新台币9186万余元。那么遭大院审理要求，预算已经秉持量入为出跟收支平衡原则来编列哈。那我们在基金会同仁大努力之下哈，我们在106年刚已经报过，106年我们第一次哈达到收支平衡。那107年我们的收入执行率是689.54%，结余了1亿8000余元哈。除了消弭预算以外，那么我们也可以办各种业务。另外哈，我们多年要没办法办理基金增额登记的问题，请大家看附表哈。那么第九个是，我们不只是把这个预算消弭哈，我们也好，我们也在108年5月跟8月哈分别哈，那么这个到法院去登记哈。108年哈，请大家看附表，108年哈，那么我们存入6600万元，108年的5月，那8月的时候我们存入5439万元哈，好，就在这一部分哈，因此我们现在基金的规模扩增到已经超过23亿。那么我们现在手上有比较多的钱，
那么我们就应该做比较多的事。那在这里面我们做了几件事，第一个是我们调高中我们重大灾害意外事故的救助金，好，我们都增加一万不多，但对一个碰到困难的伯伯，因为是低收入户，五万块变我们可以到六万块不多，可对他的来讲可能很有帮助，好。那么第二个是好，我们亲男子女的就学补助哈，刚报告过，以前是2500，那我来分三次调整，现在已经是哈，私立每个学期10000，那么公立每个学期8000块了哈。那还有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叫做奖学金，刚刚讲是助学金，助学金每个都有，奖学金就是要成绩好哈。那么奖学金的部分哈，我们把从10000调高到12000了哈。那同时我们修订一个规定，以前是你领奖学金就不能领助学金，我们觉得这不相干，助学金每个都有，奖学金是拿成绩好，所以我们要改成两边都可以领，好，如果你有好的成绩这样子哈。那么除了这一块，我们还首创一个叫荣敏子女国外求学的精英研们计划，就是荣敏的伯伯他子女可能很优秀，可是没有钱出去念书哈。好，我想都罗远知道，现在到国外第一流的学校哈，大概一年哈一两百万。跑不掉学费跟生活费哈，那我们就提供这样荣敏子女高中、大学、研究所、博士班哈，就这样，高中大概一次给40万，那研究所、博士班一次给50万。那么怎么选？第一个就你必须全世界哈排名前500大，好，这个有国际有三个啊研啊那个学术评鉴机构的评鉴。那第二种，如果不是念书呢，好，现在有很多才艺、技艺、体育非常优秀的，那他必须参加国家比赛或国际比赛前3名，然后到国外去就读，我们就给他这样。那么我们主委来第3天，他就颁证，他觉得很感慨。他以前他年轻人，他的外甥女，好，很优秀，没办法出国，为什么？因为没有钱哈。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哈，我们另外哈也创立了荣民建的文创人才培训，我们已经办过2个班，接着要办第3个班、第4个班，训练什么？训练荣民后代后世有关心的人，他们来参加写作班，来参加微电影班，好，那以后他可以去帮忙先导哈，那么就荣民建。那么另外我们也首创了一个硕博士论文的补助作为要点，就是说你如果念硕士，你念博士，你的论文是介绍荣民或建村，那我们就会给奖金，硕士50000块，那博士150000，就是你只要通过这个论文，我们就给这样的补助哈。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订定了一个叫荣民推广介绍及文化保存合作要点哈。那这根据这个要点，我们做了几件事情。第一，我们哈有跟4个。这个民间的建村组织合作的签约，就是我们补助一半的钱，好，补助一半，他们做建筑文化的推广。第二是我们跟桃园市政府哈的文化局合作成立中华民国建村资源中心。那么因为桃园市政府是全台湾建村最多的地方，那么桃园市政府在建筑文化保存全国做的最好，从朱立伦市长到现在郑文灿市长是做的最好，所以我们已经跟他合作。另外我们在下个月会跟文化部哈叫做签署哈国家文化记忆库，国家文化记忆库是农运台部长说他创立的，就是台湾的记忆，他们的记忆，客家是台湾的记忆，建村是台湾的记忆，水郡是台湾的记忆。好，那么到现在的郑部长，他们非常非常的用心。哎，不过经费一年只有8000万，那我们就跟他合作，在建村的部分，好，我们各出500万，每一年各出500万。荣民跟建村的部分，希望能够好，尤其荣民逐渐凋零，建村逐渐没了，我们希望赶快抢救这样子。好，我们在下个月，应该是本个月的月底或下个月初哈，我会跟文化部去签署哈。那么再来就基金会105年、106年预算决议报告及109年预算审议的部分哈。那么我们根据好刚刚主席有提示的，那么委员会的5项的决议哈，那么已经已经用书面报告函复，答应预算编辑改进情形如附建议。那么
当然有关蔡荣华的荣民责任基金会的预算予以厘清的案子哈，我们已经在106年3月23号书面报告函请的那个大院啊分别编列相关预算请如附件二哈。那么109年度基金会的预算采取量入为出及收支平衡原则编列预算，那么工程计划及预算说明如附件三皆已。那么基金会它创立的时候，它的这个总额是新台币10亿，然后那我们现在是23亿1000万元哈。那么我们22年已经服务荣民建达136000人次，卫生金哈那么超过12亿，未来我们仍然会持续落实哈。那么委员会要求量入为出，那么金石业务计划支出及遵解行政经费编列年度预算，并依组织章程修改有利收益的标的，广拓财源，以收支损益平衡原则来编列年度预算。那么依辅导会及董事会的指导监督，更加努力来照顾农民农建以符合设立的宗旨。那么以上报告恭请指导。好，非常谢谢我们李副主委代表我们退出义光民辅导委员会的报告。那这一次也是我们本会第一次第十届第一会期所召开的会议哈。那所以我们这次首先邀请的单位就是退出义光民辅导委员会，请就我们非常关心的农民农眷相关的事情，请来做报告。那还有以上刚刚除了他的基金预算案之外，另外有几项是过去立法院所做的决议案，请他们来做书面报告的决议，所以一并也附在这边，请各位委员能够参阅哈。那接下来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开始询答哈。那按照惯例，我们本会的委员6+2分钟，非本会委员4+2分钟，10:30发言登记截止。那第一位是我们的林长佐林委员。主席，我们请副主委。好，请副主委就备询台。委员早，嗨，副主委你好、哦、是，我想大家拢足关心这融券基金，当然过去我们常年以来都是关心它的这个收支平衡的问题啦吼。啊，相信头拄啊其实嘛，叫副主委讲的，其实咱这几年其实这个状况拢较好啦吼。那尤其其实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那一次就有这个平衡了。那这一点我们当然是要肯定啦。尤其那年的时阵，其实还没有这个华兴文化事业的挹注。那2018年的时候，结余这个就有1亿多啊，主要的原因都是我头都要讲的啦，就是华兴文化事业解散了以后的这个挹注啦，所以讲我看到，可以把这个挹注的这个状况跟，就是讲，让我知道讲，先去把短处的部分打平了嘛，然后接着每年2500万来去这个连续4年来去持续挹注，是不是这样的方式？啊，是，我想跟委员报告哈，委员很清楚哈，就是荣民农华兴文化哈，它解散后，它的财产包括现金，包括它的这个土地房子移到我们这边。除了这以外，我们其实会增加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我们一些房地产以前都没有在处理，那我们就把它做处理。比如说我刚刚报告的哈，在以前哈，我们的租金，因为我们那个都很多都是很便宜很小，那以前租金是零哈、那我们的同仁做了一年努力，我们把400多笔的土地房子一一检查一遍，然后委托专业团队，比如说我台北市有一个小地七品麒麟地没有用，我现在这七品麒麟地哦，我们就委托专业人，然后他找人做什么，做停车位，三格，一年我可能只收8万，但是这就是8万。所以讲，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有这些小小的努力还。对，其实2017年、2018年看起来都是正的啦，哈。啊，到2019年的时候，结余扣掉这个2500万，他都要挹注一笔也料，又变成负1000多万。啊，这个部分刚有当过说明的。这个我刚跟阿伯、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有比较多的钱，这些钱不是放在银行，这些钱要照顾农民，所以我刚报告过，像我们把农民的急难救助都增加10000块，比如说我们把补助金嘛增加嘛，哎，旧的原来是2500，我们现在是10000，啊，公益8000，就我们增加。那我们原来就预计要发这些钱，因为我们本来就那1亿多，我们就分4年，一年
另外2500，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把我们的收入跟这个2500万放在一起，所以如果把这个算进来，我们事实上今年仍然是结余有利。所以讲，其实我要讲的是讲，除了这些就学补助金啊、重大灾害救助金加的部分的增加，当然嘛，我嘛感觉足重要的。是啊，但是讲要安怎平衡财务，就是讲你袂当因为华新挹注进来的钱，每年2500万总是开掉啊，干那四年尔嘛，对吧？啊，到时的时阵，四年后哦，即马算起嘛无四年，三年后，那也个咁也个有也个。其他的这个收入哦，这都是爱去计算的。另外就是讲，我想确定一下，这个现在华新大楼哈，目前我们年租金大概可以收到多少？510万元。对啊，所以讲你看，我们现在整个活化哈，咱所有当中不动产有400多平，面积有2万多公尺。看起来我们年收租金比还没有华新之前好很多，没有错。现在530万，结果华新本身其实是占了510万，啊，所以其实也就是艺术系工剩下来的400多笔，我们大概收入才10几万而已，啊，是不是这个艺术？来，我请我们。毛健，毛健，这部分其实数字的部分，我们后面再补给我。就是我相信华新其实占了我们现在收入里面很大的一部分啊。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本来哈，不包括华新的部分的，现在土地啦，也够更进步。哎，这个经营其实还是要进步啦，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是我今嘛要讲的是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哈，就是讲头多少公家的工课，我们知道讲咱副主委其实就怕病，怎么样让我们的融券能够有更有感，包括就学，包括重大灾害，包括留下这些文化，这种就重要的。但是副主委你嘛知影讲，上早伫成立这个融券基金的时阵的原因是1997年，目的是为了保留大陆法定继承人的权益。意思来讲，1997年过世的农民伯伯，他们的财产要让他们在中国的亲戚也可以来领，我们不能剥夺他的权利。啊，但是起码其实到去年甲2018年，就是过去这两年，真正讲有来领到的人，嘛，敢那存一件尔嘛，对不？所以这个业务其实本身，它是我们本来成立融券基金的这个原因，但是这个业务已经紧缩，而且这个业务我要再讲一个重点，就是其实不是件数的问题，件数当然是一个重点，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感觉这其实在道理上有问题啦，就是说我们如果依照一般的土地的继承，依照土地法，被继承人死亡一年没有办理继承登记，受地震机关公告，并进行列册管理的程序，列册管理15年，逾期未申请登记，则由国产署公开标售，继承人可以依计分来领取价款，再等10年以后没有领取到，就归国库。意思就是讲，今嘛呐，台湾人有人过身了后，伊的土地啦、建筑物、伊的财产留伫个遮，无人来领。内政部帮他先管15年，等人来领，没有人来领以后，15年以后我们转给国产署，他拿去标售，伊都甲卖掉。啊，你国保留10年，你还阁有机会来领钱，建筑部甲土地就无啊嘛吼，你也当来领钱，照你的这个计分里面的部分比例来领。所以讲，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规范。啊，那你哪租你的继承人，你的后生哪上有伫国外，伫美国啦吼，已经成为日本人、外国人，就要看那个国家跟我们有没有平等互惠的条件。那无你嘛袂当来领，那有我们就还给你可以依照这个土地法的规定。我要讲这个部分的意思就是讲，我们不能没有限制的继续让这个案件也已经很少。道理上面也其实是一个特例之门呐、啊。我讲的几个特例之门，就是讲，其实这些人虽然是我们虽然是说1997年之前过世的人，但是他们不会都是刚好1997年过世。有的人过身30年，有的人过身半世纪也50年啊。咱也伫等呀，伊的中国亲情有要来领无？这个是我觉得是不合理的。尤其咱今嘛重点嘛，不是伫遮，这个是我们的目的没有错。我们本来从成立的宗旨不我们丢，但是今嘛件数嘛少，啊，咱今嘛这个合理性，我一直认为就有问题。我们不可能一直等，再等30年、50年，有一天伊的这个曾孙嘛来，有一天他的中国亲戚跟我们来领，我们就还有一个公务员在那里等他领啊。我感觉这是不对，所以讲吼。在这边，我最后我希望就是讲副主委，副主委，我是要跟你讲一件代志，就讲、是、哦，我当然我认为上好的方式是，整个这个就回归到一般的继承的这一个退场，啊，把这些东西都转给国产署可以统整来管理，啊，
然后其他的业务，那这个包括就学啦、补助啦、灾害，整个再回归到退辅会来去，不要叠床架屋，因为有的其实咱补助大学啊，退辅会补助高中、高中职，这其实叮叮塔塔，这个我是干嘛讲变得把业务类似的业务分两个部门，我是干嘛就给补，但是至少了哈，做如果要做这么大的一个变化比较大的话，我希望副主委可以答应，就是说我们来演你把这一个。咱们要单一的中国请假来领钱的这代志来退场，我们可不可以演你一个说，我们不要有一个窗口永远在那里等这一件事情啊？哈，是我那么跟委很简单报告哈，现在这个业务是退会的业务，不是机会，这第一，第二单三年。大概规定是单三年，三年末哈，我来领这个钱就是交国财产署了。是是是，所以讲，所以讲，过去去年跟前年的那个一件是找退辅会领，还是找我们找龙建基金基金会基金会？但未来会变退辅会，然后变成只让82年9月之前的。亡故了，都到。我今嘛讲的是那一个例子是82年以前，对，我今嘛就是讲，我今嘛就是讲82年以前的这些人也不能漫无目的，是的，是的，我们不能让他在你讲这些人贵姓半世纪啊，那要搁底下单一讲吼，说不定他有一天他会有亲戚来领，这个也要有退场啊。我们82年以后的，我们当然我知道是退辅会，我说我们现在基金会管的这一些以前的也要有退场。那我们设一个窗口在那边，给个过去两年，跟他一家通过呢，不是没有必要，而且我觉得没有道理。好，那委员，谢谢你提醒我们。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一个礼拜内处理哈，跟委员会报告。好，多谢你啦，哈，谢谢。好，非常谢谢林长佐林委员。接下来请罗志正罗委员。谢主席，可以麻烦请李副主委。好，请李副主委。两个罗院长，副主委长，那个我想最近疫情的关系哈，大家都非常关心所有相关部会的一些准备的情况哈。请问一下，那个退辅会有没有参加整个疫情指挥中心的编组？有吧哈？是。有交付具体的任务吗？是。好，我先问一下哈，我们退辅会事实上管的范围很广，包括荣家，包括荣民服务处，包括荣总，包括我们投资事业单位，包括我们自己经营的农场等等，这些都涉及到可能有所谓群聚的一些可能的这个风险嘛哈。是。我们有做相关的准备工作吗？我们请最近情况怎么样？我医院荣家我们都做了很多，那最近的话，这个事业管理处对农场我们也做了一些管制，像量体温、如何动线规划，我们都做了。那医院都根据这个疾管署的规定，我们很早做分流分仓。荣家的部分针对那个所谓家属来探视啊等等，这有相关的规范。荣家有所谓分流或什么样的做法吗？是，谢委员。这荣家的防疫部分分为人跟物，人第一个就是管制中港澳大那个等疫区返台的这些住民配陆配跟那个委外的人员。那住民陆配住民的话，单身的话，他假如说没有回来以后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会在荣家的隔离室来管制14天。荣家现在有增设的隔离室？有，我们也是14天的隔离方式。对对对，那是荣家是单身的这些住民，他回来他没有地方去，一定是到荣家。那另外的住民有眷的或者是照护员这些一回来根本不让他进农家，直接在外面那14天以后没有任何的症状才让他可以进入农家。最近有一套所谓 SOP 对不对？是是。那部分农家有所谓医务室对不对？有。然后来针对外面的民众提供医务的服务嘛？是。这部分有比较农民的有那医务室的话，一进来一定是插健保卡，看他任何的旅游史，然后再问那个 TOCC 没有问题才会让他进到医务室里面由医师看诊。OK。那住民的话还是一样的，这个三餐量体温，然后管制。好，那这一部分我相信你们有一套 SOP 了哈。是。比较麻烦的是我们管理的几个农场的部分哈。那大家知道，虽然说现在旅游人数量减少，但不可否认说几个大农场里面我们人数是相当多的，包括最重要亲近农场这一块。最近的一个管理有没有新的做法？
跟委员报告，我们目前就是所有入园跟进入到宾馆里面的，我们就是全面实施量体温，然后也有提供相关的消毒的洗手液这些。那每一天在所有的住房一旦退房之后，就是每一间都是去做全面的消毒。目前在这方面，我们都有按照相关的这个防疫的准备在做，所以并没有任何的做法都准备做一些必要的管制，甚至人数上的缩减没有。因为目前其实整个的游客人数其实是。的确是降低的、okay. 那整个反而山上是相对空旷的。好，是那这部分基本上我们是肯定政府也做了必要的一些准备了，因为我们事实上范围很广，而且很多农民老伯伯们身体的这个状况，我想要特别优先来关注，好吧。好，回到预算的部分，那个本来收入部分没有特别要问的，但是刚才听到副主委提到一些收入的部分，你有提到因为你们拍微电影啦、宣传啦等等，所以捐赠的收入这几年有逐渐成长的情况，可对照一下你们今年编的税入的部分，好像跟你的报告不太一样哦。受赠的部分你们简列了300，然后不动产的部分简列了300，然后这个所谓的财务收入也简列了，包括租赁你又减少了100等等，到底什么理由你们认为受赠的收入会减少？也不是说宣传很好，然后拍微电影效果很好，所以大家比以前来讲更愿意捐吗？谢委员，我跟你报一下，我们减掉了200万，意思是说今年度啊，我们预估啊，概估最保守的3200万，但是这个数据是这个预估，但最后会比这个数据可能会更高。那你们是降低标准，所以以后预估 会高一点了、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因为我们今年预估拍摄这微电影有些企业。一定会部分的捐赠进来，那预算本来就预估啊，那你预估钱会多一点进来，那我本席到时候你们预算审的时候，我会增加你们的税入部分啦、啊，做得到，一定做得到啦，至少比照去年吧，是，不要自己减列300，然后说达标啊，达标多300，这降低标准，考试60分，结果你们自己把它降到50分，就达60分就很满意，不是很奇怪吗？是，不动产收入也是一样，因为你们今天有个那个。报告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你们在处理不动产这部分会有更积极的做法等等的，对，结果你们的不动产收入的部分又减列了300，跟我今年更不好卖，还是怎么样？其实不好卖。我跟你讲，我们成立的小组到北中南区去看了，这个地都是比较偏小的地方。那刚才我也回忆一下委员，为什么我们这个收入慢慢会增加到530万？第一个，目前我们有些劣势 BOT 的情况，我比如我给停车场。不可能马上跟他收租金，可能2年之后，因为他要投资做一些东西进来，所以可能2年或1年半之后，他回收了钱，他会给我们。这是我目前的做法。所以你们是不是用租金的方式来处理、啊？就是他要先投资部分的东西进去，因为我基金会没有办法一下子给你那么多钱去做这个东西，所以他不如要投资进去之后，到了额度到了之后，他有钱了，他回馈给我们基金会。这第一个，第二就是我们也到农场去，就是以前农民第二代的伯伯，小孩子他承租我们那个农场 okay, 那因为他也是比较辛苦的，所以我们给他租金不是那么高，但是跟农场的价格。我先问一下哈，我们现在土地标售基本上有3种形式嘛，一个是自办嘛，是，然后所谓委托公证第三人嘛，是，或者是委托民间的这种这个房仲业者嘛，哈，现在比例或大概是情况怎么样？还通通自办为主？我们拍卖是自办，通通是自办，自办对，没有委托民间，没有，是不能还是没有？我们的你们的作业管理要点里面有可以啊，可以，我们可以自办。那为什么是没有要来做我们的业务？民间的房仲业者。因为我们无利可图还怎么样？第一个，我们因为这个土地遍及全省，我跟委员报告说，我们成立小组，赴各地区把这个整个了解情况之后，我这个钱要省了，因为我们就这个土地的一些的承办人员也懂这个事情。那所以我们不是啊，如果说能够卖出去，跟你省有什么关系？如果说今天你卖了20年卖不出去，然后给民间业者，然后一两年就卖出去了，就算花一点中介费又怎么样？这是第二项，我们有这样也有这样办。第一，我们先自办就是我们自己来拍卖。那拍卖如果比较不能脱手的情况之下，就委办。可是你告诉我说，现在几乎都是自办啊，自办比例比较高一点。那副主委可不可以研究一下了哈？坦白讲，我们自办有没有这样的专业，有没有这样的市场感，甚至有没有这样谈判的技巧，这是一回事哈。但是既然我们作为管理要点里面有这个授权，是可以委托民间来办理，就没有所谓省不省钱的问题啊，它是合法的啊。是跟委员报告，谢委员哈，以前是这样了，都没有再处理了。我们现在来就我知道，那积极处理哈，然后因此我们就会
卖得出去。可是就像我刚讲的，事实上有很多哈，它很偏严，很多很有问题哈，有一些争议。所以下一个阶段，我们目前是百分之百自办哈。下一个阶段，我们准备，我们本来就有在考虑要照委员所讲的哈，委托专业者，就像你讲的，我们给人家佣金，但是我们可以处理。因为如果真的办不自己卖不出去，搞不好人家民间有方法嘛哈，是更专业的做法，好吧？好，那个支出的部分哈。你们今天有一个新的预算项目叫做文创活动，是以前没有的，对不对？是，这个编了150万，不多。副总，你知道已经花完了吗？是，当然。什么叫当然？已经花完，现在一月份已经花完了呢。是，你的一月份的损益表告诉我，而且花了165万。是，你编150万，而且照你们自己一月份的损益表已经花完了，它是先斩后奏喽，是我们非通过不可喽。这个我们只能追加那个跟委员报告。我们认为荣民荣誉基金会应该是推展荣民，介绍荣民跟推展荣民的文化哈。那因为有很多是逐步在发展的，所以我们补助了很多建村的组织，我们补助了哈这个研究生跟博啊，不是文创活动。我先问一下，这个是一月份就开始使用花这个钱，对不对？是，所以一月份已经花完了。是。所以他到底是要干嘛？这是宣传荣民荣券。那一部分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办哈，这个文创班哈。那为什么一月份就全部把它花完了？所以今年的预算就第一月份就全部把它花完了。我还是不太懂，没有分季，还是一月份，然后趁着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全部把它花完，而且花超过。我们推广那个文化保存这个案子啊，是在我们去年的董事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案子已经酿很久，但立法院还没通过。是预算，是董事会通过这个做法，我同意。是，但立法还没通过个预算，是到底要做什么我还不知道。结果发现一月份的你们的损益表里面已经花，而且花超过了。是，那因为这个班是我们自己办的，我们自己基金会自己人。没有，我讲是程序的问题啦，立法院都还没过嘛。是，至少你可以缓一下嘛。结果你们花不但花，还花超过。那个到时候真正审预算的时候，把所有这个活动内容列出来。我们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活动，是可不可以？好，不然这笔钱不知道谁出哦，不是我们出哦，好吧 ？OK， 是，谢谢。好，谢谢罗志仁罗委员哦。那个副主委，刚才罗志仁罗委员讲，我看一下哦，在你们的这个支出表第13页的地方哈、哦，支出表第文创活动是新增预算嘛，对不对？是。按照我们的预算法规定，新增预算在立法院没有通过前，你们是不能动支的嘞。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吧？新增预算虽然它是个基金，但如果我们还没审查的话，你是不能动资，你只能就过去已经有的预算科目的金额予以先行动资。所以你像你的微电影制作、宣导慰问、重大灾害，那个你用没有问题。可是文创活动也是新编预算，如果立法院不审查的话，理论上是不能动的、哦。这个到时候在审预算的时候会有问题，先跟你们说明一下。我是不是请我们那个主持人？没关系，这个等下再说，先让你们知道，先知道一下这件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请江启臣江委员。请主席邀请副主委，好，请副主委就备询台。江委员早，好。我们今天审查的是基金啦，这个基金会的基金。那请教一下荣民荣券基金，它当初设立哦，最重要的资金的来源是哪些？哎，他的财源是不是？对，以前是百分之由荣民哈、哦，他的捐赠跟遗赠，荣民跟捐赠跟遗赠是最主要的来源，是，没有其他的。在以前没有，但我们现在像刚刚报告，像我们今年荣民企业家有，还有包括当然就是有一些遗产或者是土地的是贩卖之后是啊、哦，最后也是不到这个基金嘛，是，现在总共多少？这个基金现在总额多少？23亿1000亿元。23亿1000亿元，那每一年大概利息有多少？利息有2200多万。2200多万，那你一年要花多少钱？每一年不
同了哈。大概花多少钱？像我们去年哈，今年来讲，你们要花多少钱？是像我们去年哈，因为我们增加了很多对这个荣民青南荣民的急难救助，对荣民荣建子女的奖助协金哈，我们去拍微电影跟就是很多的建村跟荣民的文化保存跟介绍这样子哈。像去年我们所以你们九千多万，我们预计哈增加的是不是？是会我们的支出会增加，大概就以去年的九千多万，现在就是九千多万。但是你的收入有没有增加？我跟委员报告好，就是说在2019年，你现在来讲支出是九千多嘛？啊，不，预算编列的支出九千多，收入是六千多啦。好，2019年，你现在的2019年的预算案的编列是这样子哦。好，收入6670万，支出9149万3000元，所以你会短处2400多万嘛？是吗？那个跟委员报告好。那请问，这个短处2000多，你们是打算怎么来？我们好处理，因为我们在前年有盈利1亿元哈，我们这1亿元分4年，每年拨。所谓的盈余是什么？所谓的盈余是，你没有放到那个基金里面。是。因为为什么没有放进去？法令有规定，有一些一定要放到基金，没错。所以我们分别存入这1亿多是因为什么关系不用放进去？因为它法令没有规定要放，没有规定像什么，所以就放在我们的这个基金会的账户里面。那这些因为如果放入基金，我们不能动本金，只能动利息。对对对。那如果放在那这一笔钱1亿多存在的名目是什么？就是你现在的 cash flow。是，就是你的现金嘛，是你的现金流嘛，是，对不对？所以，那我可不可以说它是你的小金库？这个，因为它不用放到你的基金里面啦。不是、啊，但是它的编列预算哦，必须经过这个我们的董事会审查通过，报退会同意，还要报立委院审查，所以、不是我们想要怎么用这种。那这样，那笔钱就不算在你每一年年度里面要去核销的吗？不，当然要算啊，还是算，当然算啊。那它可以用在哪些？就是全部都可以用。就是荣民荣民基金会的工作范围内，而且只限你工作范围内对。那这一类的不用放到你的本金里面的，不用放在你的基金里面，而可以放在你现在的这个账户来使用的啊，这个项目多不多？有哪些项目？我刚刚一直在讲嘛，就是说，比如说你卖的土地这一些等等，卖土地这些是不是要到基金里面去？是，土地是，对不对？要全部要进基金。那什么样的收入不用进到基金？因为你说你会有1亿多嘛？包委员捐赠，现金的捐赠，所以捐赠不用进去。还有第二就是那个，这个租金也是我们的收入。租金也不用，租金我们收入，对对。那另外就是我们，比如房子拍卖，比如当初房子是假设房子是100块，但经我们这几年管理，它增值了，120块，20块我们可以拿来用，100块存到基金。所以这个可以不可以算说是你的盈余？是算盈余。所以那1亿多就是你的盈余，就对了。对对，里面包括了一些捐赠。是。那常年以来都是维持这个数字吗？还是起伏会很大？是在2007年的时候，我讲了一件事。第一个，因为北北有一些不动产跟动产，尤其动产的部分，那从60几年，在我基金会里面，我一次半年之内把它全部做中整拍卖，到台南拍卖，所以那一年突然增加，对，增加了将近1亿。那进而有华兴又进来，那紧接着就是我们土地有出租等一些作为，所以才有这么1亿多的基金进来。好，所以那这笔钱怎么样，完全由董事会来决定就对了。董事会决定完之后，但是要合到我们事业注目，要报我们土老会一个审核，还有经过我们安会计啊，会计师的一个签证。好，那所以你现在没有短处的问题，总体上来看并没有短是那个我跟委员报委员关心建议哈，在第三类我刚有说明过哈，105年的时候我们是收入5800万元，到106年降到3500万元。那么107年会有2亿，是因为有很多一次性的，像红花心等等，对。然后108年，这部分我知道了。是，我的意思说，我必须要确认，我们以后一定可以维持每一年大概是108年的这个水准。好，那接下来就是你做什么事？
我请教，刚刚有一直提到说你们在补助或者是想办法帮忙在荣民文化跟眷村文化这部分嘛，对不对？不管是做什么拍摄啊、影片啊，还是说这些文化的保存、发扬等等的，这些事情当然是应该做的。其实这里有一个问题啊，请问地方政府有没有在做？请问文化部有没有在做？然后你们跟他们的重叠性又是多少？重复性有没有？你们是一个基金会哦，你们不是部会哦。是啊，可是这些单位我知道，地方政府他们也有在做啊，比如说台中的一些眷村，我们那个台中市政府他们也有帮忙啊，是，对不对？还是说你们有给台中市政府这样的补助？还是你们跟他一起？好，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做重复的事情了。虽然你们是基金会嘛，都是在做，比如说眷村文化或者荣民文化，尤其是在眷村文化这一部分。跟委员报告哈，对全台各地的情况我们略有了解哈。嗯，文化部跟地方政府都可以做眷村文化保存，但是坦白讲，他不会那么关心呐，因为这不是他重要的业务哈。地方不会那么关心，大部分是这样哈。那我们的哪些不会那么关心？我们的态度是这样哈。我们跟文化部就我们跟文化部谈的目的是希望，好，文化部然后文化保存一年8000万，我们希望说你能不能荣民建村拨1000万，我们也给1000万，可是他们说500万，所以我们就变成500万这样。就是透过荣民荣民基金会的努力，我们跟各地的县市政府，好，跟建村组织，好，就是大家一起做，不要说宠物，就是大家一起做。那在这一点哈，我只要确保这中是不是不要有重复，或者是说叠床架屋啦，或者资源都集中在少数地方上面，是，那这个就失去你们应该扮演的角色。是，另外荣民文化跟荣眷跟眷村文化啦，请问有什么不一样？荣民跟建村，应该说建村里面住的主要是荣民，那所以建村是包含在荣民。所以这是不同的标的，对不对？有重叠，高度重叠的标的。有高度重叠还是没有高度重叠？有重叠啊。好，请问现在比较属于比如说年轻的这些荣民，他都住在眷村吗？现在眷村其实大部分已经没了，所以他们并不在眷村。所以所谓的眷村文化跟现在的荣民文化不见得一样。是，还有现在退伍不久的这些荣民跟退伍很久的荣民，那文化也不太一样哦。是，所以这两个不必然重叠哦。是，所以我才问你说这标的到底一不一样？就你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把它混为一谈的，还是把它分开？应该跟委员这样吧，就是现在的退伍军人组织哈，或是其他组织，在关心荣民文化的比较少，但是眷村因为它有历史背景，所以关心眷村文化。眷村很具体，对，很具体，它很具体，是，而且它有一个年代嘛，而且它很多是有建物、有村落嘛，所以它当然这个文化上面它感觉是比较立体的。可是荣民文化这一部分，它某种程度上是比较看没有办法具体看到，是啊，它可能是一个精神，是一个习惯，一个传承。所以这里面的文化，你在做文化建设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角度是应该要不同的，所以我才会说这两个不应该混为一谈。是那个将来面，所以将来你们在这方面，你在讲说我的荣民文化、眷村文化，我要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目标上面你要切得更清楚啊，是，它是不一样的，是，好，是。那当然，这部分我到目前我这里面是没有看到很清，你们有很清楚的一个写出来说告诉我们啊，比如说荣民文化，我要做荣民文化这一块，到底我要做什么事情？是荣民的事迹吗？啊，还是说这些荣民他在军中跟后来进入社会，这当中的一些他的生活上面的一些冲击、影响、家庭这些等等。因为荣民文化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它不像眷村文化，眷村文化是很具体，我刚刚讲很立体的东西，所以你跟一般人民讲的时候，大家很清楚，甚至他会去看，甚至有些眷村变成观光的地标，你知道吗？是啊，那可是荣民文化这一点，我就不太清楚，到底你在做荣民文化这个是做什么？所以我今天才会说，你能不能把这部分让我们知道，所谓的荣民文化，
你要做什么？是，跟委员报告哈，很谢谢。我们现在哈，坦白讲，我们还在摸索了哈。那比如说，我们跟文化部合作，好，叫做荣民文化记忆保存，这是文化部的专业了哈。好，那比如说他们做就好，我们拍了一些微电影，我们一起做，他才会在这方面，他会增加这方面他的这个预算的编内。比如说，我们拍一些老荣民的故事，青壮荣民的故事哈，所以我们逐步的在摸索了。那建村我们特别把它标出来，是因为就像委员讲，刚刚它很具体，而建村几乎快消失了。第三，就很多建村文化组织他们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没有资源。好，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一部分特别把这些很想把这些保存下来的人哈，提供一些比较属于软体方面的。我还是再强调一次，第一个，你们跟文化部跟地方政府之间的资源不应该重复，不应该浪费。第二个。建村文化、荣民文化，这中间的保存跟发扬也好，你必须要很清楚的标的出来，告诉我们你要做什么。这个钱花下去，你才有办法用 KPI 来检视啦。否则的话，你基金会只一直不断的花钱而已嘛。这些钱也不是你们花什么力气去赚来的啊，这些钱都是人家捐的啊，这些钱都是荣民北北他们的地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些资源虽然你现在没有短处的问题，但是应该好好用。是，好，非常谢谢哈。是，那委员，我们在预算审查的前哈，我们会把刚你指导的荣民清楚的告诉我们的这个范围哈，我们尽量把它理清。OK， 好，谢谢。好，谢谢我们张志成江委员，好，请副主委请回。好，接下来请温玉霞温委员。主席，我们请李副主委。好，请李副主委就备询台。委员早。早，主委早，副主委早。副主委，我想请问你哈，荣民何为荣民？荣誉国民，是不是？是。好，那请问一下哈，我们代荣誉国民，就是我们的退伍军人，就是代表我们的。对军人对国家的贡献是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哈，对国家的贡献，哎，怎么好像有一点短？我们对他们的奖励不是我们对他们的这个放一下哈，放一下影片，这种福利不是？请问一下，这两边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台湾的农民。中华民国的农民，但是就医、就学、就养、就业这四个方向，朝这四个方向来服务。那美国的退伍军人的事务部呢，他有三场赔偿金，还有养老金，这样子，两边的农民来比较的话，那哪一国的农民比较福利比较好？跟委员报告，坦白说哈，我们对美国的制度也非常了解了哈。坦白说，整体来看，我们对军人的照顾是比美国好。好，这个我跟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哈的部长哈，历任部长都见过面哈，我们主委也都见过面。那么当然，他们有比如说住的贷款，我们是没有的。好，那如果整体的来看哈，我们比他好很多。美国你知道哈，他退伍军人事务部下面有哈超过1500个这个退伍军人医院哈，含他们签约大概超过2000家，可是好，他们对中华民国的这个荣体系非常非常羡慕。前任的退伍军人事务部的部长原来是白宫的医生，他就本来在前年9月想要来台湾访问，就是为了要看我。为什么？我们的荣是台湾最完整的也是最大的医疗体系，而且我们荣那一年哈，在美国的一个专业的医学杂志评价全世界排第15名。好，那只是就医疗体系而言，那我想请问，就人格而言，有没有被尊重？这一点是我们国人哈要去共同社会要共同努力哈。在美国，军人是普受尊重的，可是，在台湾哈，我们对军人对荣民的尊重是远远比不上的。一个荣民年轻的时候签了一张生死契约书交给国家，到他死了以后，他还要把他的余款捐给国家，捐给我们这个基金会。那你说？
在我们要申请那个砍年改的时候，这些人竟然在活的时候还被我们叫为米虫。那我想请问主委，你有没有替他们讲过话？跟委员报告哈，第一，我们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但是台湾是个多元社会，个别的人有个别的说法，这个我们也没办法禁止。但我们历届的主委，好，都就这个事情哈表达了很强烈的意见。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好要尊重军人，因为就像委员讲，他是签的是卖身契啦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也要说明哈，在我们整个年改过程里面，相对于公教人员，我们对政府对军人是相对优渥很多了哈。比如说，好，我们的那这个首次替代力哈，我们是55+2，我跟委员报告。全世界最好的制度是我们，好，我们是学美国，美国原来是50+2.5，可是，在前年他已经调降为40，好，所以我们这一部分是全世界最大的。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年改后，好，我们任何一个大学正教授，他大概只领6万，最高好5万多，我们任何一个上校，好，是可以领7万多，好，第二个，我们的总统、副总统刚好也是个公教人员哈，他们退休后领的是大概8万，而任何一个少将年改后领的是9万多，我的时间快没有了，所以我们的制度是非常照顾军人的。时间快要没有了，谢谢。我的主张是说，希望副主委以后如果有人侮辱我们的农民的话，或是侮辱我们的军公教的话，那当然我们只是针对农民了。我们希望说，副主委能站在后面做他们的靠山，不要说让大家一直批评他们。一个军人年轻的时候为国牺牲奉献，到最后还要把钱捐出来给国家，那我们这样子的对待他们，这样是非常的不公平。是。那我想请问一下，第二个疫情的动，请问副主委，您有到过农民之家，还是这些农民的有农民之家的地方吗？当然。有几家？我们有16家，你去过几家？我们是14家了哈，但有2家是婚宴呐，所以如果体制上14家，我每一家都到过。哦，这样是，值得赞赏哈。那我想请问哈，他们现在因为我们口罩不够嘛哈，那他们每一天是不是有口罩可以用？因为现在是防疫期间啊，那疫情非常紧张啊，那我们是不是有提供他们？口罩是当然哈，我们在荣家哈，刚刚我们的处长也报告过了，我们荣家大概是这样，每个北北一天要量2次体温，北北如果身体不好，或是有发烧有那，我们就一定会发口罩，那如果到一个程度一定送，因为我们每一个荣家都有医务室里面都有医生跟护士，然后都可以送到我们的农民婚宴这样子了哈。那包括进出的人，访客要进来我们农家，一定是我们受到3层的管制了哈，必须要量体温，好，必须要戴口罩，必须要说他的理由史等等。所以这一部分我们算是做的比较，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哈这个确诊或是疑虑的案例。好，那我再请问一下，刚刚。预算中心有提过，刚刚你有提过，我们的预算还没有通过之前，你已经花了160多万，那这个谁来买单？因为我们还没有通过啊，是不是？那这第一点，那第二点，你这个文化活动部可以办的，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个钱？这个是不是跟文化活动部一起？然后，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里面是只有3个职员。这个100万是花在3个资源上面呢，或者是说有其他的支出？是两个跟委员报，刚刚罗委员跟委员对现在都有提到啊，主席有提到，就是这个预算的编列这一部分，我们回去马上也研究了解。那重点是里面有3个资源，重点是在这里。那报告一下，因为那部分是属于自由裁员，所以自由裁员的话，如果是属于政府补助的话，就会受到预算法那个规定的限制。但是自由裁员是不受限制，主机处有这个规定。以上报告。那我想讲，赶快问一下。那刚刚我讲那个，我简单讲，以前我们没有这3个人，我们是新聘3位啊，这3位都是农民哈，一个是农民的子女哈，做什么事？第一个拍微电影，第二拍我们开写作班。点阅率呢？我想请问一下，微电影的点阅率有多高？微电影的点阅率，我们总共拍微电影点阅率5部啊，我讲第一部。那个奉献就是在屏东市的农民之家首映会，
县长，县长到场立览，这部片点阅率将近有300,000点阅率。我其他有其他的，我们其他，我们其他，因为我们点阅率是以三个月来算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其他五部，平均都是有100,000以上的点阅率。这不止点阅率，我们还到国防部的举光日，我们到华视新闻杂志都播放，另外在我们各农家的各活动我们都播放。报完毕。跟文报，我们逐步的希望外面知道了哈。那我们现在比较多还是在我们的荣家，在荣民身上放。那我跟文报告哈，每一次放映现场都有人掉眼泪，就是我们去介绍荣民，像你刚才老伯伯那个做甘心咩啊，老了一辈子把这个钱捐给荣民农基金会，这个非常令人家感动。所以每一次放映哦，现场都有人掉眼泪。可是我觉得荣民他本身他就知道他自己的过境嘛，过往嘛。是。那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对外推广才对？那对外推广成效在哪里？我想了解一下成效在哪里。我们有在努力。因为你的进来几乎都是遗产方面的、啊、这个怎么基金，好像对外的募款好像也不多。我们因为没有对外募款，那这些影片。跟我们报告哈，我们第一步为什么在屏东县跟屏东县长拆了，就是在以前都是荣民自己看了，顶多是国防部会帮忙了哈。那我们现在像刚超过300,000的点阅率，这里面好可能了哈，我不确定了哈，好可能哈就有1/3不是荣民，这第一。第二，刚刚在报告里面讲，以前企业监管是零。但去年当然是有荣民被减，企业缴是210,000，不多，在和以前都是零。那所以我们现在逐步的希望哦，把这些我们拍的东西能够向社会推广，然后以后我们希望啊、有荣民被减企业跟没有荣民被减的企业能够捐钱来给荣民农业基金会来照顾荣民。那我想拜托主委哈、哦，请你把点阅率的，你说300,000对不对？那我们数字上是2,000多，100多和1,000多，那这个点率怎么差距这么大？没有，他是每三个月，每三个月。那我们会后把哈、哦、我们五部电影的点阅的到目前为止的整体的点阅率哈、哦、啊给委员参考。好，谢谢诸位，是副主委，谢谢。好，谢谢温小温委员，来副主委请回。好，接下来请我们吕玉玲、吕兆伟。谢谢主席，请李副主委。好，请李副主委就备询台。吕兆伟早。副主委，我们荣民荣眷是我们照顾的主要对象。是。那我们荣民的这个基金也大部分是他们的捐赠。是。除了捐赠。还有遗产，还有存款，当然这大部分都是他们留下来给我们的基金，是，所以我们致力在照顾荣民荣眷，是，所以在这一两年来讲，虽然说有企业捐赠，这个也是有荣民背景的这个企业，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荣民荣眷，当然，那尤其在这个基金部分，我们看到基金的来源是荣民荣眷，我们要好好的照顾他们。今天我本席所要提的，就是属于这个就学的这个补助。在就学补助里面，我们在一般我们有子女教育补助费，但是对清寒的这些非官阶的，在荣民荣眷，我们都给予补助。在可是我们看看我们所有的资料里面，在102年到106年，我们的预算数跟后来的决算数跟执行率每况愈下，一直都降低。为什么会降低？这个数据我们没有办法去执行吗？还是什么状况？诸位你了不了解？跟文报，我是106年9月哈、哦、接任董事长，所以这之前哈、哦、详细的请你坦白讲，我并不清楚。可是诸位副主委，你也要去关心。现在我提出来了，你都不能解答，你旁边的。秘书长，你了解吗？晚到快两个月了，一个多月。你了解吗？在我们102年的时候，我们的预算数是47,020，在我们的决算数的时候是45,915，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执行的是97.65%，到了107年的话，跌到我们的预算数是22,000，决算数是33,000，只有执行率。
会有提高。为什么会提高？这我讲107年的，但是我想如果我说到106年的话，这106年决算数字22500，决算数字18338，执行率只有 81.5%。 我想请问这个预算的金额跟人数在这降低的情况之下，你们了解原因吗？包伟，你们做了什么准备？你刚讲那个数字 是哪一项？这个数字就是我们对于清寒的就学补助，清寒子女 的 就学补助，他的身份也一定是符合荣民荣眷。当然，对，你们不了解吗？这数据是你们提供给我的，你们对自己的业务都不清楚啊？这个你们知道吗？来，首先好，这个清寒子女的哈，高中以下的子女的就学补助，那是依据哈他的这个学杂费啊。你像小学、国中，我不是在讲这个，我让你了解这数据的下降，金额下降。为什么提金额下降？在这个102年的时候，我们每一位每学期是5000块，到106年降为2500块。后来因为收支的改善，所以在107年就提高为5000元，到108年现在是6000元，所以数字才上升。是在102到106是一直下降，到了你提升之后，恢复到5000、6000之后，107年才提高了。出的时候是，因为跟我们报这是哈。应该说，当时基金会是不太作为了，哈，没有钱。那么立法院哈，贵委员会做过每一次子女都要求，后来贵委员会做了一个主决议，要求收支平衡，所以当时把每个学期5000块降为2500。那我就任董事长哈，3个月后我就恢复的，变成5000块。我希望你有这个数据，你们回去，刚刚我问你们都不了解，回去把数据看清楚，你们的业务去执行。好好的宣导，现在我们很多的多元的一种补助，让我们很多的业务你们都已经分心了，请你们专职专业，而且专款去专用，你们有利益良善，就好好去推广下去，是好不好？是，好好的盘整这个数据。刚刚讲的是就学，我现在讲的是就业。这个清寒的孩子们，读书毕业了，一定要找工作，找了工作最重要，他是要巩固家里的经济。作为支撑支持，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翠辅会原本就有对于辅导就业方面有在做这项业务。我请副主委，请我们的同仁们把这个工作要延续下去，不能只有辅导就学，啊，没有去辅导就业，这等于是工作做一半而已，不要做半套，好不好？是，好好的跟我们基金会跟翠辅会研议这个状况，去想个办法。来协助，这才是落实真正的用心照顾荣民荣眷，是，可不可以？是。那接下来我想请问的，就是我一直关心的，刚刚副主委也讲了，我们的荣家有14家，我一直要求水质要改善，不要再使用地下水，现在很多地下水都被污染了。在上个会期我已经有要求了，我想请问这14家全部做好改善了没有？是，谢委员，14所农家完全都是用自来水了，没有用地下水。是，14所没有说是一般洗衣服啦，或者是民生的一些冲马桶，没有等等，都是用地下水。14所农家完全都是用自来水。好，那你也都所有的用水，你说的都用哈，我会再去14所做个考察，对，还是考察，不能再有用地下水的情形。通通还是对，好，这都录音录音，14家用自来水。是，还要请教一个事情，刚刚我们特别有提到，就是子女的教育补助费，在去年10月的时候，冯世宽冯主委他同意要恢复上校的子女教育补助费，而且。他说他当退辅会的主委，他致力要去推动恢复。那请教副主委，当下的时候你对于这个上校的子女教育补助费，你是支持同意行政院的不给上校补助子女教育补助费，只有中校以下。那现在冯主委他的立场有没有改变？李副主委您的态度。第一，
我们三位主委哈都非常关心这件事。第二，我百分之百支持。哈，为什么？你不能惩罚上校啊！哈，对，你也知道，如果上校没有，就等于惩罚。那当然哈，那人家都到中校不敢升上校了。这个没有什么道理了哈。那么主计人事总数他们的立场是这样了哈，因为公教人员是两万五以下，好，两万以下才有。但我们告诉他，公教人员退休，子女还在念大学的，百不见一。所以简单讲，公教人员其实我们现在是讲上校，我知道了，我在讲公教人员，因为他说公教人员两万五哈，那你上校公教人员是两万五以下，业退两万以下才能。才能副主委，就是说现在行政院内部的困难在这里，在审查这个年金，我知道了，职业背景、工作他性质都不一样，所以我想请问，你就直接回答我，时间有限，你的态度如何？我刚说过，百分之百支持，百分之百支持。那我请问，事情过了这半年的时间，有开过什么讨论的会议吗？我们在选举前，我们都有去跟行政部门哈，你们内部呢？预备客服会有没有开会讨论？我们这当然哈，我们预备希望说哈，现在的疫情告一段落，希望在520前后哈，我们能够争取到這。所以你们讨论的内容就是什么？不，讨论内容就是我们如何结论呢？如何向行政院跟总统府哈争取这笔预算？所以你们会致力去争取？当然，而且我们为了这个事情也跟国防部哈开过会，来一起争取。所以应该是没有困难嘛？有困难，但是我相信我们会达成。本席是希望我们冯主委致力要推动这个上校子女教育补助费来恢复，我们也希望李副主委您要好好的辅佐来推动。那当然，因为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当然，好，有正确的事情我们要去做。是，而且最重要，我们要保障我们军人荣民的权益，好不好？是，好，谢谢。好，谢谢我们吕玉玲李召委来副主委请回。接下来我们请马文君马委员。谢谢主席，麻烦请副主委。好，请副主委就备询台。马委员早。副主委啊，李董事长早。从副主委担任荣民荣眷基金会董事长以来，其实在基金会里面有很多的改变跟成长。这个不可否认，好，在上一届的时候，我们包括提出来，本席提出对于调高亲寒子女的午餐费跟就学补助金额，基金会都有采纳。不过还是有很多的部分，我想可以在这里做一些检讨。我想首先请教一下，我们副主委哈，有关我们这个基金会里面官方网站公开的讯息部分，108年度12月份的损益表。为什么内容是109年元月份的？因为从1到11月份都有依规定公告，可是12月份它却没有显示，为什么？有什么特别原因吗？不知道吗？结算的事情，结算还没确定一下。跟委员报告一下，结算还没有确定，所以有没有把这个最新的资料公告出去？这个跟结算没有关系，你一月份都已经出来了，可是你12月份没有，你12月份是用今年1月份的，为什么会这样的错误？这样的吗？在你的损益表上面，那个你们好查一下了哈。接下来我想也要再请教一下，我想是不是待会儿查清楚以后，因为有时间的关系。好，你赶快查，等下私下跟我们报告。因为你有公告的，董事长，我们看这个照片哈，可能您很怀念那个李主委，对不对？因为后面又现在又过了一个邱主委，然后现在又是冯主委。可是你照片，我们的那个公告的一些 YouTube 上面的影音专区首页，还是跟李主委的合照，很久了，你很怀念他。没有，我们刚刚做了一个新的那个介绍，我们就是用红猪尾哈。不过因为这个是在我们的影音的那个上面的啦哈，是我们官方的，到现在都还是他。
我想要请教一下，我们在108年拍摄微电影《大爱如风》跟《家》这两部，还有109年度，我们要拍几部？我们目前哈已经有准备，大概是三部。有三部嘛哈？是。去年我们编的《大爱如风》是在4月29号就已经拍摄完成，对不对？是。另外一部呢？家在哪里？另外一部在哪里？12月。因为我们编了130万嘛。我们家是在12月份首映会，所以他在在哪里？家。家这部片，那首映会在哪里啊？你们放在哪里？首映会 在哪里？在不是首家这部片是在我们辅导会办首映会的。在辅导会办，对，首映会，所以你连你的影音专区上面都没有显示过，对不对？没有人看过，在座有人看过吗？报在辅导会的官网。报委员跟你报一下啊，因为我刚把我们最新的网页打开了，这个邱主委啦，还有大鹏主委，还有洪部委最新的网站。你那个不是要给主委看的？不不，你在去年做哈，因为我们看到的那个《大爱如风》其实4月29就已经完成了。我们今天先讨论一下那个内容了哈，因为你另外一部是《家》嘛，你说12月已经有出来了，是，到时候给大家看一下了。是，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出来，对。在刚刚退服会的 YouTube。对，都有。因为其实我们拍微电影，你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社会大众能够认识老一辈的。这些农民以及青壮农民，他们为国家社会所做的牺牲奉献的故事，我们希望来正面行销农民，这是我们最大的宗旨跟意义嘛。所以就你刚刚说的，因为我们预算已经用完了，然后钱一直在支付，我们看不到东西在哪里，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能还是要再提一下。刚刚我在问的时候，我看你们回答还顿呆呢，你们也不知道那个在哪里出现。所以在你自己的影音专区都没有，一般民众可以在哪里看得到？有啊，这是我们比较质疑的部分啊，都有了。报告，报委员，那个您关心的这个哈，我们拍的这微电影在哪里还可以看到？我特别给您报告一下。家在哪里？我给您报告一下，那个敬天电视台的陆总裁啊，他也是眷村小孩出生，所以他不要介绍个人。我说你家在哪里啦？在有没有？现在你12月已经首映了嘛？现在已经3月了，在哪里可以看到？你的影音专区有吗？你的影音专区有吗？有啊，你现在还要出来解释这个部分吗？有啊，我们在我们特别的官网有吗？跟在家有没有？回答这个就好。应该有吧？有啊。应该有吗？有啊，有啊。确定？在退伍会还有在基金会的官网上面。基金会的官网有吗？是。你等一下，如果没有怎么办？如果硬要这样，基金会在讲基金会没有怎么办？所以我这一部没有。基金会容纳不下，你们的官网没有啦，已经等一下自己下去看。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荧幕这两张是你们公开资讯哈，就是10月份跟11月份的损益表。本席想要请教两个问题：你们微电影的制作108年度，你预算编列130万，可是到去年11月的时候就已经花了173万，就已经超支43万哦。为什么会超支？你们当初设定了2部都已经确定的，你本来编了130万，可是你超支了，为什么？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这个拍摄的时候，当初啊预算有一个家这个电影哈，是本来是问我们去的农民伯伯的拍摄，那因为牵扯到农民可能年纪大，环境的关系，因为到比较偏远的地方拍摄。你这不是笑话吗？所谓的预算，这个在这里不是这样子运用的，是跟农民伯伯他能不能拍摄，这是另外一回事。比较专业演员呐、啊，来拍摄这个情况，那这个是我们。因为这个拍摄情况，所以拍摄的人都没有想到，他们拍摄随时都可以增加的意思就是了，只要你没有办法配合，他找不到是他的问题，那所以他只要想要调整，他就要增加预算，就是可以随便增加预算的意思。这预算我们也经过审核过了，确定是这个。你在编的时候只有130万，是，不是你审核？那你送到立法院来透过我们立法院没有意义啊？是。所以在这里我们一直要强调的是我们预算纪律的问题，从刚刚到现在我们
去年其实没有编文创活动的预算，可是我们用了。我们今年没有编刚刚跟那个桃园市政府合作的那个部分是叫什么？文创什么文创什么东西？中华民国眷村资源中心。中华民国眷村资源中心。中华民国眷村资源中心，这个今年本来没有预算，对不对？你突然又多出来，想做就做。我们的预算纪律在哪里？那我们省决算就好了、啊。你去年没有文创活动的，你就用了；你今年没有那个什么中华民国眷村资源中心，那你也还是用了，而且光桃园市你跟他配合250万，甚至补助的比例可以高达90%。这些钱其实我不是我们荣民荣眷基金会应该要做的。之前刚刚副主委也提到，上校的部分在年金的时候，他们已经被砍掉了。上一届本席也曾经建议我们不要惩罚上校，是不是就基金会的角度，我们给予这些上校可以有一些补助？他不像我们退辅会这样的机制，而是可能给他5000、8000都可以。你们说这个跟基金会的设置的本质是不符的，然后可能会用掉很多钱。可是看你们这样花钱，比如说办文创活动，比如说像这样子跟一些县市合作，因为像250万对一个桃园市政府来说并不多，对很多国防部现在未来也已经在编列相关的预算了，它有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可以用在那里，你不要用这个经费去耗费在这里，我们没有很多钱，这些都是很多荣民伯伯，他们有些是在身后捐出来的，他一年可以用的钱不过2000多万，之前都是透支，光是要救助这些急难的、困苦的或者紧急发生的案件，其实都已经不够了。我们的预算纪律有问题，我们的支出有问题，因为其实文化部包括我们的国防部还有包括很多教育部等等，其实他们都可以用，我们希望我们的钱还是用在刀口上，毕竟这些都是人家省吃俭用一辈子，他们把它捐出来，他们本来的用意是要照顾他们的这些后辈跑者的用途，希望大家可以慎重的去考量。是，我跟包员很简单的两点说明。第一哈，基金会补助救济的对象，从它的宗旨跟条文都很明确，就是亲染农民。所谓的亲染农民没有领业退后，所以这个我们不能破例。但是现在讲的是业务，并不是补助哈。那个部分业务上，我们认为哈，退会应该去推展农民、介绍农民，还有保存农民的文化哈。我先讲一个啦，那个内容我很清楚，所以我今天提出来。你今天如果这个那个，如果这个用在自己的跑者上面叫补助，这个不可以。那你给县市政府的补助为什么又可以？你给文创活动为什么又可以？这不是业务的问题而已。你如果在这里可以用，你包括很多他的那个营养午餐费啊或者什么，其实也是这样的用途。刚刚有一个是讲错了，160几万，他花费的是你原来没有预算，然后你透支，而不是你自有裁员。所以自有裁员，你在人力的运用你可以，可是你今天如果要用到预算的时候，你不可以说这是自有裁员，你已经透支了。是，这是我刚刚要讲，刚刚回答有一个在回答前一位委员的时候，我认为有问题啊。主席处长，我们会后再说明。我跟委员报告哈，就是我们不是补助桃园市政府，我们是跟桃园市政府合创立一个中华民国哈。对，我知道，副主委，我要这样说哈。你说的是合作，可是合作你的那个办法里面可以是30:70，我们基金会是70%。特别的案子，你还可以补助到高达90%。你说合作，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合作。这是两件事情哈、好，我先想第一部分哈、因为对荣民对建最关心的，不是文化部，也不是地方政府，是退伍会，所以我们是希望跟因为退伍会合作，我出250万，他也要出250万，这样子能够让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县市的政府哈，而且他们我们是不管党派哦，希望呢。那你刚刚提到的是我们自己的补助，我们
是补建四个建村已经核准通过，是这个是我们自己补助，都是建村的组织。那我目前补助云林、高雄、台北市有两个四个地方，我们都是补助百分之五十。副主任，你说的那种我知道，最高可以到百分之七了哈。我跟你说，这个跟桃园市政府那是两件事，那完全不相干。我们的补助最高到70%，但是如果经过一个特殊的程序，我们可以最高补到90%。副主任，我要提醒的是，因为有很多的经费可以用在那里，你今天要对农民融券各方面的一些照顾，或者要提升各方面，其实它有很多的经费可以运用。你甚至要跟哪一个县市政府合作都没有关系，它会有很多的经费预算来源。可是我们这个基金会它存在的本质，很多是这些农民伯伯他们捐出来的，他们当初捐献的最大的用意是希望可以照顾后辈袍泽，希望他们不要就是至少在困难或者紧急难的时候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协助他们。这些资源很有限，一年不过2000多万，以前都不够，所以你现在我相信也会不够，而且现在的整个大环境趋势，他可能需要照顾的会更多。我们希望把它用在它对的地方，而是真正的落实照顾，而不是做其他的我们可以想办法。尤其我相信副主委在退辅会，因为你也是退辅会的副主委，在国防部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去照顾这些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区分开来，让经费用在刀口上，这是我们最大的用意。谢谢。好，谢谢马文君马委员。哎，李副主委请回。好，接下来我们请赵天麟赵委员。好，谢谢赵委，我们请李副主委代表好了。哎，赵委员早。哎，副主委早。好，我们今天要针对的是这个防疫的过程当中，我们退辅会有体检了一下整个各个系统里面有一些我们觉得可以建议的。是。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退辅会辖下的事业体针对防疫的这个照护假给薪与否有不同的这个做法。那我们有看到说呢，这个愿意给薪的，而且不影响全勤的，有包括新兴水泥、新兴大众跟这个融侨投资，好，那这个很不错了。那但是其他下面的这个15间呢，是直接表明就是防疫照护假是不给薪的。那清林天然气公司呢，他是要看看年底的这个绩效再来做判断。那所以我想要请教副主委说，整个毕竟这都是公营的这个事业嘛，然后有没有可能先做一个模范？就是说我们可以集体的比照，像新兴水泥、新兴大众跟融侨投资一样，它的只要是防疫照护假当然我们可以把它这个规范的严谨一点啊，比如比照现在的这个特别条例里面的这种定义，而不是说一般病假也可以给薪。你只要是防疫照护假的部分可不可以我们不走那个特别条例的那个补偿，因为补偿还是杯水车薪嘛。既然已经有3间愿意给薪，可不可以全体做一个模范？有的可能。是，我请我们的业管处长来，张处长。是，谢谢委员。有关于这个部分因为这个也是委员第一时间就关心我们，那我们也跟各个事业体去做了一个询问。那目前因为他们主要也是还是参考了相关的其他的企业，以及就是包含我们目前的公教人员的做法。其实原则上行政人事总处那边也还是以不给薪也不影响全勤的方式，他目前还是参考这个。但刚刚委员提到是不是能够优渥一点，然后做一个率先表率，我们会后会透过我们会见首长尽快的做一个协调，然后也会把相关的结论再报告给委员。好，希望以这个为目标啦，尽量不影响大家。是。好，我知道，因为我跟委员报告，第一这个多数不是公营企业啦因为我们在那边的股份有10几%、20几%、30几%、40几%这样子。第二，但是做模范是应该的那我们除了透过会见以外，我们会有我们请所有的，我们透过瓦协就请所有的瓦斯公司来一起商量，看但我们没有权力要求他怎么做，就一起商量能不能给这个照顾假，或者
至少给一点优惠，这个我们来努力。好啊，会后那个我们开完会以后哈，看结果我们再跟委员报告。好，谢谢。我想确实如同您讲的啦哈，这个并不是法律的义务啊，那你们也只是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如果你们愿意就这样演绎哈，我们这非常乐观其成。那有什么结果再跟我们讲一下？是。好，那在这个下一页的部分，我们看到说哈，口罩的部分啊，我们跟你们问了一下，退伍会申请到了7412片口罩，但是分配到事业体的呢，只有999片，大概只占了13.48%。那我们后来再看了一下，只分配到新兴客运、大南汽车跟新兴大众。OK， 那我们可以了解，因为是交通事业啊，接触人多，有百货公司接触人多，这我没有什么意见了哈。但是如同刚才我们那个表一样，总共有19间的这个事业体嘛。那事业体里面，像天然气，它我们也有去参观过几间公司，它里面可能也都是封闭的，在里面上班。那有的是要出来接洽客户，然后所以有没有可能现在的量产与将越来越多量的情况下，可以争取更多，让包括农场、天然气、工程业等等的，他们也可以适度的得到一些这口罩，有这个可能性吗？是，那我因为我们原来是关注的，主要是我们的荣燕、我们的荣家，那这一部分是吧？我们会有请我们的业管处哦，跟因为他是民营企业的，好、哦、说起来我们对他不应该有义务，不过好、哦，如果他们有需求，我们今天就去处理，了解他们有没有需求，如果他自己就有能力处理，或他觉得不需要，我想就不处理了哈、嗯嗯嗯哦。那如果他真的有这个需要哈、哦，那我们来处，我们两天内跟委员哈、哦、做说明。主要是现在看起来这个量产的状况越来越理想，是，所以我们当然就会说尽可能的帮他们做争取了。是，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页的部分哈、哦。那这个旅游业惨兮兮，在我们退伍会辖下的这些农场，好像也有类似的现象了哈、哦。所以我们看到说，包括亲近农场，那他这个除了一月份的这个樱花季哈、哦，到了二月份就哇大幅的开始下降，那数字会说话哈、哦，这个下降。那亲近还不算下降最多的，那我们看到说台东农场哦，在四月份几乎都已经没有人住宿了这样子。然后呢，在彰化农场也是因为现在里长的自强活动大部分都取消，所以也就降低很多。我们再往下看哈、哦，那七兰名池游乐区哇衰退的程度也蛮可观的，那武林农场也是一样哈、哦，这个衰退的比例不是太高，但也都是衰退。然后呢，只有福寿山哇，前几个月一二三月都还蛮亮眼的，但到四月也一样衰退。所以呢，在这种衰退的情况之下哈、哦，这个当然我们第一个待会会请教你们，你们有什么因应之道了哈、哦？那我们倒是有个建议，就是说，就像现在的这些餐饮业，他们就是透过外卖尽量的维持它的这个部分，所以电商或许是一个可能性。那我可是我们去看了电商以后哈、哦，却发现说，假设台东彰化清境武林福寿山森宝处等等，还是以实体的销售业绩为主。好，那网络的营业额其实都是相对比例是低。好，那我们再来往下看哦。那像这个台东农场，它的网购业绩只有5000块，那彰化农场是没有。好，那清境农场业绩是最好，但是也只有占它不到1/4。然后呢，福寿山农场没有网购的时机，森宝处只有10000块，整体来讲只有4.4%占所有的业务哈。那所以呢，请教一下说，在对于农场最近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大幅的减低这样的一个部分，以及电商的有没有可能趁这个危机变成一个转机，想听听你们的看法。是。谢谢委员的关心哈。那就刚刚委员垂询的两个部分哈，有关于就是怎么在这一段疫情时间，因为民众普遍是观望。坦白说，我们有试着推一些促销方案，但看起来成效的确相形有限。所以其实就刚刚委员提到，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原来可能之前因为稍微人多的时候比较疏忽，或者是还来不及注意的部分，现在就是练我们自己的身体。所以包含我们内部的所有的软硬体，一些步道，一些客房内部的小幅的整修，厨房的一些动线的改善，甚至一些可以看得到的一些有助于帮助我们整个农场的一些整体的一些规划，大概现在我们反而是在做这一段啊，那也陆陆续续各农场也提出来一些他们的想法，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请各农场就是赶快就这个部分整体做一个提报，那希望能够刚好就赶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内部自己做一些加强，包含整修这些。那至于电商的部分，的确就是在这一次也让我们正视到多角化经营的一个必要，所以在委员询问的同时，事实上各农场也发现到说，如果人家都不来的话，到底我们的产品要怎么下山？所以现在包含亲戚
仅除了自己的网络商城之外，也已经找了一些Momo、摩天商城，这些都已经上架了。那现在武林也准备跟进哦，因为这两个算比较成熟，也有相对的东西。那福寿山彰化则是现在准备要开始做，的确动作有一点稍微缓和了一点，但是我们也希望赶快把它这个案子建立起来，搭配它整个订房系统的后台整合，以后就大家订房的时候也会看到我们的购物车，然后整个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那这个部分谢谢委员，那我们后续的持续的去滚动式的检讨跟推动的做法，也会让委员随时能够知道。谢谢委员。好，是我这点补充哈，刚刚委员讲的重点是那个网购的销售了哈。那我们处长讲趁这个时间练身体哈。那因为我们每一季哈都有诸位主持我们的这个汇报哈。我们是不是三个月内哈，我们在这一块哈，我们要求五个农场哈做具体的检讨跟改善，然后我们会跟委员做报告。好，谢谢。趁这个机会练身体是很对了哈。然后我们就很期待这个夏天来了以后，大家有那补偿性的效果，通通跑出来玩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农场可以得到最大的效益，这样哈。那最后再花一点点时间，这个农家的部分哈，那做得很好了。我们其实，在上个会期也有去考察过哈。那但是呢，就是要提醒哈，因为有很多的假的阴性，然后阴转阳，我的意思是说，目前检查起来都没有问题的部分，可能还是持续的关注一下。是，当然，因为目前做的是相当理想。是，那就避免像荣家里面，因为都是群聚哈，那这些老伯伯也年纪大了，身体也比较脆弱，好，所以在这个地方请继续加油哈。是。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就是说荣总的部分哈，我们有看到台北荣总的气管部李伟强主任的投书写得很好了哈，这个三个怎么样去继续帮助在医院里面来进行避免院内感染的三个做法。那我们就发现说呢，这三个里面呢，现在荣总三个医院的92个负压隔离病床，目前只剩下39床。其中呢，在中荣啊，他我的报告里面是没有看到，他北荣跟高荣都有相关，像他的第二点扩大筛检集中管理，他也可以2天之内快筛出来的部分。那中荣到底有没有？所以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92床已经剩39床，那我们现在的疫情不算是非常的激烈哦。那这样我们中荣系统会不会很快的这个床就不够用？然后呢，那中荣的部分是什么情况？这是我最后一个问题。鲍委员，中荣的实验室已经启动了，可以做。Okay. 那三个荣总里面，确实高雄荣总的负压隔离病房最多，那中荣是最少，那也在严厉改善。那我们除了这个负压隔离病房，我们还有152床的一般隔离病房，那目前看起来都足够使用。好，那就请继续加油了哈，谢谢。好，谢谢赵天麟赵委员，李副主委请回。来，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现在请蔡世英赵委。谢谢我们赵天赵主席，对不起，请李副主委就培训他。好，请副主委。蔡赵委早，早安哈。我想首先还是要非常感谢我们李副主委哈，尤其在我们这一次整个退辅会的工作，其实做得非常辛苦了哈。那在我担任立委的过去这段期间里面，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次的座谈会，我有去参加，那也有好几次副主委自己也有来，或者是主委也有参与的部分哦。我想这个部分的地方座谈会也确实让我们很多的农民能够了解哦。那我是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地方座谈会能够持续的办理了，当然哦。那持续的办理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另外就是说他邀请的人能够在就是更多的开放式。态度的开放式，让更多的农民农眷都有机会能够来参与哦。我们不要去担心说他会不会讲出来的意见，觉得很难处理呀、等等的、哦。我是觉得可以让他们多多来参与。当然 ，OK，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见。好，那我在想哦，这里面你们农民农眷基金会，我看起来有大概做了这几项的事情，一个是精英圆梦计划啦，提高清寒农民子女就学补助跟奖学金嘛，还有提高重大伤害意外事故，还有提高品学金等等等等的哦。那我首先先问一个问题。因为有委员提到就是说这个上校子女奖学金的这个学杂费的补助的部分希望把它用农民农眷基金会来办理啊，实务上可不可行啊？跟委员报实务上是不可行。怎么说？第一，农民农眷基金会的创会的宗旨跟它的条文都是讲清寒农民。什么叫清寒农民？没有领业退后的。那么上校是有领业退后的，我们不能破例。这第一。第二，它的预算相对庞大，好，那基金会是不能动本金的，
好，这个关于这个上校子女奖学金，就那一块的部分，你们了解到总预算是多少钱？一年是1亿7千万呐、啊，一亿七千万，一亿，不，那个看不同，啊，对不起，1亿5千万哈，就是上校光上校的这个职等的部分，就是1亿5千万嘛。那我根本没办法支撑，这第一点，第二点的本金，我们基金会是可以经过上面这个程序可以动用本金，这不得了，这五年八年，因为我看一下我们的组织章程里面的第二条的第三项，其实他只有讲清寒农民子女奖学金而已，是也没有讲到一般的农民子女奖学金嘛，哦，是，所以我想就这部分来讲，可能还是要确认一下哦，就是说如果未来上校子女奖上校子女学杂费的补助这一块，如果确实要办理的话，那应该是回归到退辅会的基金预算里面去办理才对嘛。是，所以跟赵委，包括我们希望，在最近努力这一块，也希望哈，执政党的委员跟在党委大家都一起来支持。这个案子要不要修法？不必，因为它是行政命令，好，还是行政命令吗？是，还是要不要修法？不必修法。行政命令嘛，对，行政命令，行政规则，不，行政规则。那个另外一个就是转任失效的这个部分呐，是，那要不要修法？那不用修法，那不行。转任失效那个大盘会议决议就是这部分是违宪的，对啊。108年83以后所有的人就是可以恢复了，对。那但是法律上的规定是。公务退休抚恤法里面原来条文的规定是规定不行嘛，对不对？那包括军人的部分也是不行嘛，原来的法律规定立法通过的时候是不行，大法官会议解释违宪之后还要不要通过立法院再次的修法，还是直接那个条文就已经取消了？因为那个条文是规定很长串啊。这个是需要修法吗？是，如果下修那跟委员报告，这是国防部的前者， okay. 所以修法的，就是要国防部修。OK， 因为它主要是因为也延续到跟我们的农民身份有关系，因为许多的农民是他最后在转任的关系嘛。我想这个权益的部分还是要特别注意。是，那国防部的部分也请我们退辅会在这部分再去督促他们进出提出相关的一个修法，因为大法官会议解释违宪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解释违宪了嘛，所以我想这个会期如果可以的话，相关的法律送到立法院来进行讨论，我觉得是有必要的。是，好，请我们副主委跟各位主秘书长到时候再特别注意一下。好，那另外就是农民农券基金会的预算里面呢，之前我们在第九届的时候就已经有提到关于说很多的基金会预算要达到平衡，不要有短促的一个情形。我想这个刚刚副主委在报告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哈。那我看到你们自己也写，你们行政监督评估说财务状况很好，100分，应该下来嘛，对吧？啊，副主委，你真的觉得100分吗？你应该说，我觉得你们自己给自己评分评得太好了吧？嗨。刚刚的人报告一下，执行长讲不大准嘛？秘书长当然他说很好啊，这主管单位，我问的是你的主管单位啊，应该不是秘书长自己讲自己100分。当然，我的意思是说，退辅会来稽查的时候，退辅会就觉得真的觉得100分吗？报委，我是福少处啊，这个我们这个基金会啊，从李文忠李副主委来担任董事长以后哈。那确实是很认真在执行各项工作，那收入哈也持续在增加哈，所以说我们认为哈表现是很好。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刚才有讲到收入的部分哦，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预算来源，我看起来大概就两个部分，有一种是大楼的收租嘛，对不对？是。另外一个是华兴文化的这个公司解散的结余款嘛，哈。是。我不是很清楚哎，华兴文化解散完之后，为什么这笔钱要给农民农券基金会啊？包为什么？按照他章程的说法是要捐赠给我们农民基金会，这是谁决定捐赠给你们基金会的？我们开过，因为在辅导会开过这个会的，因为他属于辅导会下面一个单位，当时当解散华兴文化等华兴文化公司嘛，对不对？是。所以我的意思是，华兴文化公司当时解散的时候，我想请教一下，华兴文化公司的股本持有人啊是谁？那个，因为我们李副业好，没关系，我想请教跟委员报告啊。那个华兴文化基金会，因为他解散了以后，财团法人的解散，他有一定的
一我了解嘛，那一个是官方百分之百持股的基金会嘛，是不是？对对，他是可以捐给地方政府，那也可以他自己经过董事会决议以后捐给特定的对象。那、這個、那怎么我的意思是什么？没有直接就捐给退辅会了，为什么要捐给农民农券基金？我觉得蛮奇怪的。为什么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至少就过往以来啦，过往以来，退辅会的相关的转投资行业啦等等等，有很多公司有解算清算都有过嘛，对不对？那有一些解算清算完毕之后还是负值的，由退辅会编预算把它米平嘛，例如农民工程公司嘛，也有一些解散完之后结余的，我记得是缴回农民缴回退辅会的相关基金里面嘛，所以我就好奇为什么这笔钱当时没有缴回退辅会的基金，缴到农民农券基金会啊？是谁做的决定啊？这个是应该是董事会自律，董事会董事长是谁？当时的董事会董事长是谁？现在目前的董事长在我们基金会任职秘书。哦，那不是，那不是刘董事长，对，应该是这样。那个好不好？如果是这些事业体，因为它是属于我们的基金所有，所以它如果解散后，好、哦，解散后，它有一定要归我们的基金，哈、哦。对啊，那荣民公司不是是荣民公司退会所属。我的意思是说，当时的华新文化成立的时候啊，他一定有人拿钱出来嘛，对不对？是拿钱出来的人是谁？不会是荣民农券基金会吧？不是，对啊。跟委员报告这个不太一样哈，因为它是捐助层设立，我了解了，它是基本上是捐助，因为都是退辅会的单位，所以我才觉得很奇怪嘛。它财团法人跟那个社团法人是不太一样的，社团法人是人，财团法人是钱嘛。对，我的意思说，当时拿钱出来的应该是退辅会编业预算成立了这个华新文化的基金会嘛，是不是？是没错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那当时所有基金会的董监事，我老实讲，你都退辅会指派的嘛，也没错吧？所以我才很好奇，那为什么当时当我们的华新基金会决定这个功能业务不彰要解散的时候，华新文化解散的时候，而且我很好奇，华新文化是公司还是基金会？华新文化基金会嘛，对不对？他是财团法人。财团法人，所以当时他解散的时候，怎么没有你们内部没有人提，他就直接回归到退辅会的所属基金就好了，怎么会突然间冒出来说要捐给农民农券基金会呢？我的意思是在这里啦，所以我的意思说啊，这个决定是哪一年决定的？107年嘛，对不对？107年，107还108，107吧，107，106，10更早了，更早了，106，106年决定的嘛，更早。那他说的分四年，就是基金已经全部拨回来我们的户头里面了嘛，对不对？然后我们里面是决议分四年动资嘛，对不对？没错吧，对不对？并不是这样。华新哈，他进来的包含两面，一个是现金存款，第二个是不动产嘛，不动产。好，那我们1亿多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依规定一定要存入好基金，我们的基金会的就要存进去。好，当然知道。那剩下的1亿多含华新的现金，不是全部。好，这1亿多我们就因为这个就有规定，你这些钱你必须要支持的项目，好应用的这个规划。不是我的意思不在这里。华新文化基金会整个解散之后啊。解散之后，大家就分两个财产嘛，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现金嘛。对，现金的部分有多少钱？3000多块钱。现金的部分4727万，全部的现金就4700多万。那房地产的部分呢？9845万。那房地产的部分就是现在那个房子嘛？是。所以现在那个房子并没有处分，继续在收租嘛？是，没错吧？是。那你进来的，你还解散的4000多万，那个4000多万。退辅会是不是我刚刚听退辅会讲说，就基金会长要分四年把它运用嘛，是不是？啊，不是，我们是1亿多含这个4700万，然后我们前年1亿多，然后我们这一亿元哈，我们把它分成四年。一亿多是什么的一亿多？不就是基金会的盈余？啊，盈余里面，华新文化基金会的盈余还是农民农券基金会的？农民基金会盈余1亿多元。那农民农券基金盈余1亿多元怎么跑出来的？你为什么会有个盈余1亿多？
华新进来的现金是4000多万，这是没有跑不掉的。好，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有1亿多，我之前报了，因为农民我那个黄金就是所谓冻产品，将近300多包，我们做了处分，这将近9000多万的一个现金进来，那一个钱就是9000多万的现金。那我们现在决定就是分4年使用嘛，对，所以加起来。那我的意思是说，那为什么要决定分4年，不要分5年，分6年，或者把那个9000多万把它存为本金呢？为什么当时不是做这样的政策决定？万艺术起家啦， okay. 因为它也可以存为本金嘛，对不对？是，可以啊。依法规定要存入那个基金会的本金，我们都存进去了啊、嗯哦。那不必的，你就想了谁？一个存入本金，那我们能动资的钱就很少，因为只能动、啊、动利息。啊、那依法规，我们不必存入的，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我们把子女教育从2500现在涨到那个万，不足我都晓得，因为我看起来你们把运用的金额是拉大，我只是提醒一下，因为你9000多万加那4000多万加起来在1亿2000多万左右嘛，你分4年，大概1年3000多万嘛，没错吧？但是4年之后呢，这个钱就没有了嘛，没错吧？所以我现在我只是提醒副主委说，你现在我们把子女教育的青年子女教育的奖学金提高之后，那你时间大概到110年，这笔钱就会花完了嘛，对不对？你111年之后，你还有办法维持这么高的奖学金金额的发放吗？因为你的收入已经少了4000多万了。我的意思是在这里，是很谢谢委员听这一点，我们很注意，跟委员报告，我们从2500。增到14000调了3次，我了解。我们可以一次就调，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握。我们不只要看，所以我的意思，我们要看长期趋势。我这样跟委员讲，我们长期趋势，像去年我们的收入是7000多万，好，那这个趋势我们不会暴增，但我们这些大概每年都会增加一点。增加有限，但是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基本上我们看未来是。你的意思是说，即便未来没有那4000多万了，我们整体的捐募的收入应该可以维持我们的计划目标进行就对了。是 OK， 好，谢谢。好，接下来请吴思怀吴委员。有请李副主委。好，请李副主委就备询台。吴院长，早。首先肯定退辅会针对刚才吕玉玲委员所提的退役上校教补费的问题，退辅会冯主委、李副主委都能够全力支持。我在这里做一点补充。军职跟公教不一样的地方是，上校平均退伍年龄大概50岁，那么公务人员教师退休可以到65岁，所以几乎没有孩子还在读高中或者大学。那么退役上校平均年龄50岁，军人大概都晚婚，所以多数退役上校的子女大概都在高中大学。所以我相信退伍会的努力，希望能够坚持将这些差异性向上级去反映，为退役的上校争取应有的权益。是，我跟委员补充哈，事实上公教人员就像委员讲的，他的子女念大学，大概都是他在当公教人员时候念大学，所以他有没有享受这个福利？有，有。但是，好，那退下来有没有人还在念大学？有。百不见一，但是上校的比例很高，谢谢，所以反而这些人没有领到，从这个角度是不公平的。谢谢副主委的说明。那么第二个我要问的，现在的防疫措施非常的严峻，那么也肯定刚才几位处长回答的，退辅会各级荣民医院以及各级荣家所做的各种准备措施，我相信花了不少预算。但是这次的防治纾困振兴条例里面，退辅会一毛钱都没有编，而我们在 SARS 期间退辅会编列的预算，各位请看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在 SARS 期间退辅会编了5亿多的预算，所以这次我们不了解为什么退辅会没有提出需求，或者提出需求行政院这个审议的时候没有将你们纳入。请回答主席处长。那个，我们对于那个这个需求，我们是用以缓积极的方式来去指引，用这种方式是不是能符合
各级荣民医院以及荣家的需求是值得勘虑的。那么我再请教一下，如果你们提出来了，而行政院没有给，是到底情形是怎么样？跟委员报告，我们主委非常关心，他每个礼拜一都有主持相关的会议的哈。那刚刚讲我们这个以反济急哈之应哈，公务预算的部分是2亿6,900万元，荣民基金会的荣民医疗作业基金会1亿7,000万，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从我们的公预算跟从我们的基金预算这样子哈合起来哈，4亿大概4,000万的已经足够。我想辅导会去年编制今年的预算，应该都有它的科子目。我想我们都是从政府部门出来的，那你的以缓济急的这个科子目项目，如果移来做这个。请问现在才3月份，如果年度内你还有急迫的需求，你从哪里来支应？跟希望还是跟行政院去争取，因为退辅会负担的防疫责任相当的重大，尤其是各级荣民医院，如果你们可以争取到，为什么不去争取能够对各级防疫做出更好的贡献，而不是吃自己的预算？这一点我请副主委回去跟主委报告。是，我回去跟主委报。那我跟吴委解释哈，就说我们在编预算哈，只要是给付的部分哈，比如农民的业退还是一次退，这个我都了解。那因为年初给付一定用现有的农民，可是到年底的时候，一定有农民凋零了，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一向都会有一个好，一向都会有一些要缴库，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在业务上是不受影响的。我们从这边移过来，其实在业务其他的我们的业务其实是不受影响的。对，我是提醒善意提醒辅导会，是你们有做了很多事，我都肯定是，但是该争取的预算要去争取，是，否则你们恐怕力所未逮。因为不能把预期每年凋零的农民所回馈的这一笔钱来当作以缓济急的一个预算额度，这个是不正确的一个做法。最后一点时间，我想请教，现在的募兵制暂行条例在今年12月31号要截止，其中有关退役军人家属的水电优惠还没有修法，其他现役军人的募兵制条例里都已经完成修法，是不是请辅导会也要考量这个当初列在这个暂行条例里面就是一个招募募兵制的诱因，希望募兵制的自愿役的军人来退伍以后，我退辅会还是会照顾你。那现在12月31号就要到了，条例要停止了，请问退辅会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怎么样？是跟委员报告，谢谢委员哈。那这一部分哈啊，水电优待的措施哈，我们要修改辅导条例，已经报验，好，正在审查中了。我希望能够对在这个那条例截止之前能够完成修法。是，当然。那这样暂行条例的部分，因为这是国防部业管啊，那我们跟国防部密切合作，国防部希望能够延长，那我们两边都进行。他希望延长，但是不是能够顺利，这个不确定。那我们的部分哈，辅导条例部跟刚跟委报，我们已经报行政院在审查中。好，谢谢辅导会的努力，谢谢。好，谢谢吴主委吴委员。接下来请陈伯维陈委员。那个我们请李文忠副主委。好，请李文忠李副主委。哎，这是陈伯维你的处女秀，对不对？委员会的。哎，跟他是哟。哎，陈委员早。第一刚听。啊，第二敢听？有啦，那歹势，咱嘛是爱问一下。请教一下吼，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防治甲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甲第三项是这个卫生福利部的规划的范围嘛？但是咱知影体保会内底有哪有营总有这个营民之家，那我唔知影讲，咱本身敢有编列相关吼应应着这道的武汉肺炎相关的预算还是设施？来保障着医疗人员的劳动权益，跑起来，快点！
员。那个我们医院啊，就是根据这个卫福部的规定啊，很早就开始做很好的防护措施啊，当然也会碰到可能医生护理人员可能碰到一些感染的状况，那我们都会根据不啦，很好的定义不共啦，你具体是比如说加班费啊，是什么很好的是什么东西？具体是什么？防护措施我们做得很好了。那加班费我们就根据这个，像他如果说因为疫情不能上班，我们还是照样付他的薪水。那如果说是需要加班的话，我们就根据我们的劳基法，绝对是。所以我们没有特别编列一条预算去处理这个关于武汉肺炎的东西。有刚才跟吴校长报告过，就是我们荣民医疗作为基金哈，支应1亿去前100万，这个就是。是来指引这个疫，指引这个疫情。基层呢要怎么样拿到这些东西？基层里面就是各医院根据它实际上面的金额报上来，我们来核准，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哦，所以是各医院自己报办法？不是报办法，我们办法是统一的，就是根据劳基法，根据他一天，比方来讲说是加班费是1500块，他有加班或者他因为疫情不能上班，我们补贴他。这个钱的话报上来，各医院根据这个金额报上来，我们来给付。委员，我刚刚讲了，对哈，专业的部防疫专员，我们完全由指挥中心指挥，他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第二，退回是公家机关哈，劳工的福利、工人的福利哈，我们一定是照政府的规定做。对啦，啊，今嘛有刚有特别个增加，是讲啊，都加班费增加尔，啊，都有一条1.7亿。我的意思，比如讲，今嘛张我问陈松部长，伊的讲法是讲，医生一人1万，吼，啊，那像限制出境的，有伊的家己的规划，伊的补偿全部拢会贴起嘛。啊，那咱民众的部分有另外，吼，比如讲针对行政人员，针对基层人员。有新的补贴的办法不？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医生如果说因为不能出国，那这个方法已经卫福在研议，如果研议出来的话，我们就根据卫福的方法，他决定的话，我们去做补贴。好了，如果陈部长这样子说哈，就你这样退回这个公家机关，政府。规定要做，我们一定照这样做。啊，主要是600页内底无看到恁编医生嘛。啊，我的意思是讲，恁会当另外去编。啊，若无的话，当去考虑一下。OK， 好，是。另外，我关心到伊这个农民农眷基金会内底有拍摄微电影3部啦。那我去查一下过去的影片吼，包括这个，我想要先请教一下，拢放伫底？伊的平台伫底？伊的广告的平台是放伫底？放伫退会的网站，还有各农务处的网站，还有基金会的网站。那敢会当了解到伊广告的效益？比如讲，我开钱拍影片，啊，有偌济人看到？我委员报告一下，我头先报告，因为这网络点击足悬啦，足悬。我感觉是足悬，因为我三月一届，第二关这影片吼，影片啊，拢用 DVD 和退伍会今年协会的企业家去看的，所以今年度才有一个北北，因为看我们这个微电影足感动的，捐钱互完，唔是安尼，过来第二点，企业家，这企业家是。跟青壮农民，还有些不是农民的，一看这看了时阵足感动的。这农民拢为国家做代志，回馈社会，伊感觉了他捐钱我，所以这个效力啊，是现在已经慢慢发酵了，慢慢发酵才有企业家愿意捐钱给我们基金会。因为我为公开的数字来看吼，您讲的足关系伫对是虾米物件？具体是比如讲，我原说明是安尼啦吼。公管无管啦，吼，应该是安讲。但是呐，甲以前比啦，吼，比如我们地步大的如虹哦，是超过30万的点阅率啦，吼。伊是伫对看到30万这个数。我都是我对公家网站的统计。好啊，可以给我你们统计的。那个没有，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吼，就是讲我们很多地方放，我们在放的时候也有很多场我在场，现场一定有人掉眼泪，都是感动了，所以一定要共共哦。哎，你看看哦，我们以前企业的监管是零，都是零，现在当然是有我们变成210万不多，可是以前都是零。好，像我们荣民北北的监管，好，就逐年增加，今年增加到将近4000万，是以前的2倍。那现在荣民其实逐步的凋零了，所以按理说这一部分的监管会逐步的减少。好，但是我对影片的这个效果我无意见啦。是啊，只是讲吼，会当让伊更加好个无嘛？因为你讲的足悬，我嘛唔知伫底看到的啊。
啊，你讲有300万人，结果我看恁的网站访客人数只有32013人，没有，啊、你们30万人不要那看300万人，那不是钱。这是阮基金会的网站的基金会网站，哎，对、啊，但是我把你报告是，因为我在 YouTube 嘛有，我嘛YouTube， 你确定要讲 YouTube？哎 ，YouTube 国旗飘扬的每一天531次观看，这第一个哈，第二个就是我跟你报一下，因为我们也透过这个 DVD 或给各社团，还有我们在华视也播放过这个影片。那另外一个在我们荣家荣屋处，我们也一直在播放这个情况，这个是没办法统计的，但是它的观看人数是非常多的。好了，我相信了、哎、啊，这个但是。好了，我不相信。不过，影片既然在做吼，即马新的网络的时代，我想大家当重视讲，这个物件开始，比如讲你放放伫网络，还是讲你的300万的数量，迄、那个物件开始真实会当反映伫市场顶端的，不是干那好咱家己的人看到尔，不是恁讲的，比如讲华视，还是讲你摕 DVD 出去放嘛。啊，你既然在做，也是安排予大家看。啊，要予大家看，我认为目前的宣传的效果还阁无够，我对这个技术无什么意见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很困难的、啊、所以30万高不高？我说不高，但是我跟以前比很高了，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尝试过，比如说我们的第二部电影，我们就在中华电信，它是超过200万户，我们买还要很便宜，可是它流量非常少。比如说高铁，他们就来跟我们谈，动辄，一年就3000万。那从我的角度就，我们要不要跟他买广告？在高铁哈，他会给你数字，每天出入多少人啊？这样子，好啊。所以对我们来讲哈，我们还是希望在很少钱之下哈，那我们能不能？那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因为以前这些影片都只集中在荣民这个范围。那我们现在希望能够慢慢突破，好啊，这个我们会再继续努力。对啊，总共一句话，以我的角度，我看起来，好，我先知道30万怎么来的比较重要。好，这个基金内底吼，遗产拨还及不动产管理规划120万，这个针对离开的这些农民遗留下来的这些不动产相关的土地房舍，吼，活化以及管理的进行，敢袂当甲咱讨论者？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土地活化第一点，我来报告一下。本来是一年拍一届拍卖尔，我们一年可能4到5届拍卖，这是我们自己讲。我刚才报告过了，都是我们自己来拍卖，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个，我们也建立资料库，一个口。那资料库是公账网站或各公告器要购买人来购买，这个是第二个要讲的。第三个，我要跟你报告就是。我们因为基金会怕这个土地贱卖就是卖很价，所以我们依照法院的规定，我们拍卖三拍之后，我们这个价钱就不再往下低了，低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土地啊的价格啊可能会比较低处点，这个是不允许的。那第四个就是我们基金会的同仁也很努力，也有这个土地专业的人才，所以我们北中南东另外聘请一个就是真这个地价的一个这个。师资的人员配合我们到各农这个我们的地偏远的地方，把这个所有的地都看过一遍，来分优先等级来做我们自己拍卖跟规划的一个情况。那这方面我们的确也很努力做，因为我们只有12个人，但是很拼命的做这件事情，主要是把北北这些钱啊能够汇集回来，能够产生资金基金。这个金钱能够照顾更多农民农建的一个目的了，是目前我们土地拍卖的做法是这样子。我跟委员在补充，刚刚有报告过，就是说我们的租赁收入在104年是以前都是零，那去年我们是500，好，大概550万左右，所以这个都一点一点的努力。我来看哈、哦，基金会的管的这些不动产，差不多有一半是属于较歹处理，以及的效益较歹啦，这是您的表嘛？到107年的这个数字啊，包括其中6都内底吼，土地175笔，笔数61笔，这个6都的土地其实会当做适合来甲地方、甲国家的使用，做伙来规划啦。所以吼、哦，近年采取出租的方式相对有限，伊阿里拄只是讲比较早较好啊。这个部分哦，我想。农民农耕基金会
哎，等等，我请搞一下，一个退伍会到底有什么差别的？一个纯民间的基金会，但受退伍会的督导。好，我委员部，你讲多起些，农民伯伯哈，一关来哈，未是啥物好的土地啦，吼。很气势安尼，所以虽然是都市，一个人伫巷啊底吼，啊一间啊细间啊厝，有的上面还有土地权的争议等等安尼吼，所以那个处理就像你讲，我们当然要很努力啦吼，但是处理其实大部分拢无简单啦吼。嘿，好，今日先安尼好，好，多谢你。好，谢谢陈伯伟陈委员，李副主任请回。接下来我们请何志伟何委员。好，谢谢主席，还有我们各位同仁，可不可以请我们的李文忠副主委董事长？谢谢。好，李副主委，何院长。董事长，我们接续刚刚你最后一个，就说我们这五年不动产的活化统计表哈，105年来到108年，我们的年收租金从16.8万增加到530万，总共是31倍，真的不简单。也给予肯定哈。那我们从这个土地还有建物的出租数也大幅度在增加，那从3案增加到10案。那我能够理解，就是说，因为农民他们的这些可能是没有继承人，那所捐助的不动产面积可能很小，然后产权持分破碎等等，这些都能够理解。但是我不太能够了解的是，为什么在104年之前，我们的收入居然都是零啊？这个我无法理解，是不是可以请说明一下下？不止103年，过去怎么了？对，第一个跟委员报告一下，我还是报告一件事情。那个，来，我们掌握一下时间，好不好？谢谢。我们才开始正式的接收。我们103年才正式接收这个土地的一个捐赠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在104年之前啊，这个租赁的情况是真的是不大好，也没有什么作为，不大积极。那这中间当然很多努力，第一个首先要拍卖嘛，我们规划是自己拍卖，能够赚的钱赚。那我在这边再确认一下，我们未来下一个 KPI 好不好？这个部分我现在直接口头，我觉得也不公平，所以是否我们未来的 KPI， 我们预期要达到多少比例？哦，然后我们的租金或者活化的个案，但是我在这边要特别要求，我不会以年收租金当作唯一的指标，而是它实质的活化的目标到如何，这个部分是否以书面回应好吗？好，谢谢。谢谢。那你需要多少时间请教董事长？我们多少时间可以做出来？5天吗？5天、5天、5天。不要面，我们一个礼拜内一个礼拜。好，我不会以这个年收租金，因为我理解有些地方可能比较偏远，产权也破碎，它的使用强度或者是它的商业价值可能没有这么高，但是我不会以它为当作唯一的单一的 KPI， 是好不好？很谢委员，但是我跟委员补充两点。第一，我卖的越来卖了，好，所以我们下一阶段可能刚刚罗志文委员讲，我们可能委托专业者来协助我们啊，给他一些佣金。第二，租金的部分可以出租，我们都努力了，所以未来大概可以保持住，但是要成长多少有限。好，那这边提醒董事长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些相关单位以及这个合作厂商之间，这个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下，好不好？就是中间我们的所谓的利益或者是分配等等，我们这个部分千万不要让人家有话说。是，当然。接下来这两天最大的新闻以及时事当然是武汉肺炎或新冠肺炎持续肆虐全球。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有个惯性，就是针对老人家，针对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是他的最主要最危险的一个群众。那美国 Washington State 华盛顿州的金恩郡也有6位死亡。那我们现在全台总共有16间的荣民之家，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现在我们到底实际的作为，然后有多少人，我们做了些什么，好不好？是，我们刚刚我们的处长都已经说明，简单的说，荣家三种，一种是荣民，好，荣民伯伯每天早上晚上各量一次体温，
好、哦、进出好、哦、跟所有的外人一样，都一定要一定要量体温，都一定要戴口罩。那请教一下我们的访客跟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包含外照的服务员、厨师等等，还有像各式各样的哈、哦。是，我他们的旅行史接触史是否有掌握？农民别的部分我还没报完，那就是说如果他有高烧或是本来就比较虚弱的，我每天都给口罩、嗯、然后呢有问题我们那边都有医生跟护士就送着。第二个访我们的员工跟访客要进来一定是测体温戴口罩问你的旅游史，所以我在旅游、哦、所有的工作同仁、哦、包括我们的同仁，包括我们委外的、哦、照顾员啊厨师都一样，好，都在这样处理。那如果你有哈、哦、这个境外的这些人，那是不准进来的，不管是访客还是员工还是住民。所以我们现在的住民啊、哦，他有旅游史的人哈、哦，那么在家我们荣总本身都有设隔离室，那另外有在家隔离哈、哦，我们的荣民的部分有6个在家隔离，我们的同仁是十四，现在只有5个了。哦，现在剩下5个同仁，就是在家隔离。好 ，OK。OK， 所以荣民是6位在家隔离，工作人员是14位在家隔离。是，那另外这个荣民是因为他家里他有家人、如果他没有家人的话，就会在我们的荣家哈、哦、的单独的隔离室。那现在掌握现况如何？然后我真是要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掌握他的旅游史以及接触史？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个案子是很惊人哦，对，所以我们现在掌握是怎么掌握？掌握了些什么？谢委员，我是救援养护处处长。那农家也是区分，农民的话，他要离开一定要请假。他请假夹长的时候，我们还要让他付他的机票，所以我们一定会掌握到他先请假，我们就知道他预计到哪里。然后那个农民一定是我准确掌握，因为他一定要请假，而且付他的机票。他到哪里我们都知道。那委外的人员的话也是一样，他要离开工作岗位超过1天2天，他也是要向公司请假，公司也一定会查他。所以说，这些委外人员从大陆回来的话，一定是在家隔离14天以后，没有症状才让他进入。那这6位、14位加5位是由他的旅游史还有接触史是所会诊出来的。是，那是否有把分割或者是分门别类，是有没有高风险的状况出现呢？没有，没有，目前是安心的嘛？是，确定哈？是，确定好。是，那接下来有没有任何要补充的？是我简单跟我们组委每个礼拜一跟14家荣总，虽然我们是有不是14家了哈，14个荣家主任呐，但因为有2家是分那个分宴的哈，所以他每个礼拜跟14家的这荣家的主任哦，视讯会议。第二，董事长，我们的荣家哦，每天要回报。我这边为什么会特别提？因为我们昨天跟昨天在确认就是13位，今天又增加到14位工作人员在居家隔离。所以这个部分我比较好奇，就是说你们的标准是什么？这个请确认一下。最后一个部分哦，剩下1分钟的时间，是否可以我们那个葛处长？葛处长，我请教一下，这个要提醒一下，我很担心台北市身为首都，会成为我们防疫的破口。哦，那我要提醒一下，现在联合医院已经有集体离职潮喽，50个医护人员正在办理这个离职的手续当中。我们荣总有这样的现况吗？目前没有，是不是？那有侦测到说这些工作人员、医护人员、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否有一些异状，或者是对于工作上面或岗位上面的一些问题吗？目前我们已经启动心理的辅导了。因为如果说地方的医疗系统如果人开始离职的话，就剩下中央以及私人院所、低层诊所可以靠了。所以在这边提醒一下，你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人员、医事人员，他们相对应，他们有什么需求，请要随时提报，好不好？是，加油，谢谢，谢谢委员，谢谢，谢谢。好，谢谢何志伟何委员，副主委请回。接下来请杨琼英杨委员。你们讲这个还是讲这个？啊，都可以啊。
主席，杨群发言，想要邀请我们副主委。好，请副主委就培训台。主委有事嘛？哈，是副主委。是，哎。就我们今天讨论的基金哦，基金从10亿的额度开始，那么经过了22年呢，我看到这个数字，107年的执行效果是这个超盈余689.54%，那么结余是1.8288亿。那看到这个数字呢，我一则以喜，本席也一则以忧。那我要请教这个副主委，我们设置哦的这个基金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基金的今天是秘书长到嘛？哦，是好，就这一位是吗？是，我们有秘书长。那请问，这个我们设置的目的是什么？基金设置目的叫照顾荣民荣建，特别是青蓝的荣民荣建。那为什么突然间我们的盈余可以这么多呢？这个大概是这样子说哈，有一些是一次性的哈。怎么说？我们以前哈荣民的动产，就黄金啊、外招都不处理，我们就把它处理了，卖了9000多万。比如说有一个叫华新文化基金会，它 close 了哈，它的财产哈，你给处理去，哎，好，所以你都有收入啊。哎，那另外会不会被认为说是像你黄金把它处理了，黄金的慢一点再卖，它的这个价值更高？因为是当时为什么会决议要通通卖掉呢？委员报告以前就都把它放着，里面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了哈。那我们不可能搞不清楚。我们拍卖是要搞不清楚，你的人员有问题。我们拍卖是基金都要申报，怎么可能会搞不清楚？所以在这边答复不要乱答，因为我们依法办。尤其副主委，你也是资深的国会委员啊。他一定要依法办了，你这样说搞不清楚，那以前的人员都通通要关起来了，通通打屁股了。跟委员报告是真的有问题，这个细节就不谈。那因为我们这个拍卖是很严格，只能交给台银拍卖。北京现在没有跟你讲说你的拍卖的方式，而是在讨论。刚刚我一提出说，我们设置的目的就是要照顾农民农眷，因为当时迁逃到台湾来是哦。我觉得台湾不能有族群的一个对立，我想副主任你绝对认同这一点吧？当然，因为刚开始来的筚路蓝缕，一直到目前，所以每一位我们都要非常的尊敬。当然，所以因此我看到这个数字，我说了一则以忧，一则以喜。那么更看到呢，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财产总额，在你8月23号，特别这一天也是823炮战的纪念日，所以我们看到你们所提出的报告呢，是由10亿的基金总额度呢，到目前为止是23.15835468亿，所以我看到这个数字，我说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哦，那当然，我刚才特别提出，黄金你现在卖了也不一定是对，但是你已经卖掉了哦。那所以我们知道一定要有来源，来源就变卖我们的财产去换现金，去填补以前的短处的这个部分。那所以我又看到你的数字，也就是说我们服务到现在是大概7000余人次，所以本席要跟你讨论的就是救助的标准。当然我也感谢从这个24000、5000到现在的这个108年度所提出的35000、56000，似乎有个提出10000，我不知道这个标准是什么，请问。跟委员报告一下，都是以荣民建为主。不是，本席提出20000变30000，一般荣民的标准是什么？低收入户有50000到60000的标准是什么？第二，跟委员报告一下，20000块是好几年之前就设定了，物价只是没有跟上，所以我们调高它10000块就变30000块。对，所以本席要跟你探讨，副主委在这边呢、哦。本席要探讨，我记得当时我们都在立院的时候，我们将社会救助法有讨论了一个机制制度，这个机制制度是什么呢？就陈荣秘书长刚才说的，已经10年都没刚调进啊，都没有调整呢。所以我们在108年由一般农民的20000，就急难救助的重大伤害的20000提升为30000，这是感恩。但是我不希望说未来10、20年也都没有调整，
所以我给一个功课，我就希望比如说比照我们的社会救助法，我们都有这个最公平的，也就是我们有我们的这个物价指数的标准，是不是我们可以依照物价指数的标准来提升？那这个都讲不了，每一年政府会公告物价指数，不要让农民，我也呐喊了将近七八年才提升2万为3万，这个我呐喊到的，我觉得农民这么辛苦，也不要再让他们跟这个要这么拜托，要这么拜托，要拜托那么多年，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制度。副主委，你的看法？是，我想重点在我们本会哈，就是基金会的裁员呐。如果裁员允许哈，我们这就认为该裁员，当然是如此啊。所以应该我们要未雨绸缪，设定制度，而不是任由随便我喜欢2万就到3万，是还是2万到2万5，还是十几年都不动。是，我觉得既然我们愿意这么做，我们去给他制定制度好吗？是，你就愿意，然后提供给本席。我就举照我们的社会救助法嘛，大家你们做事也好做，大家一个公平性，我觉得这样子对农民也是一个尊重。是，接下来我再请问，因为我们14家农家大家在一块，因为就是如果说他的免疫系统低，那当然我们会紧张，尤其长者我们会紧张哦。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14位的工作者是怎么感染来的？怎么感染来的？14位我们没有感染的了。我告诉你，那不是感染的，那个是疾管局要每天报的报表，是说从中港澳回台湾的高危险者，那他们都没有感染，也没有发烧，但是我们要做一个统计表，有14位要在他们居家隔离。但是那个时候是2月份的时候，到目前为止到昨天，那工作人员只有4位，农民是3位，是从中港澳。那请问工作人员的4位是怎么来的？那个是从中港澳回来，他没有感染。所以你要给社会大众讲清楚哦。是你怎么来供人的家洗哦？是。如果我们农民，我不希望我们的农家被污名化。是。我们就是没有。沒有，我们只是自主管理。对，你要讲好啊。那个是他是自主管理，因为你出国要配合政府的政策，所以你居家自主管理。是，要不然人家直接会觉得很恐怖、欸。对，是那个是疾管局的报表上面的，是高危险的人物的自主管理，没有发烧，没有任何的确诊。那我们农家呢？那6个变5个，现在呢？没有，现在只有3位，是现在变3位。对，是今天的报表还是怎么样？是昨天的。昨天的现在变为3位，对，是那3位呢？那3位都是自主管理，在农那单身的是在农家的一个隔离室，那有眷的是在外面他自己家里面，超过14天没有症状才会返回农家。是，所以要给社会大众讲清楚，不要让大家误解了，心生恐惧。是，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刚刚副主委说，在我们14家的这个农家里头，2家分院，我们通通每一个人都戴口罩。刚刚跟文爸，我们的同仁、委外的人，他必须戴口罩。访客好进来。本席刚才听的是您说，我们农家全部都戴口罩，你讲清楚哦。好，这个倒戴可以听到。我们的员工含委外的人，好厨师必须戴口罩。我们的访客进来，我们的农民呢？必须戴口罩。长辈呢？我们的长辈早上、晚上各测一次。量体温嘛，没有戴口罩嘛。他是身体息肉的人，或是那量体温超过这种规定，就不要戴口罩，其他没有嘛，是吗？是。所以刚才你回答是我们全部都戴口罩，所以我就很讶异，你口罩哪来？那可能口误的。对，所以一定要说明清楚，是因为这个时间我们必须配合政府的政令，当然好好去维护，让大家都能够安全啊、哦。那刚刚我特别提出的，希望副主委哦，跟我们的这个秘书长用点心，我希望我们让我们的农民是真正从心里的让他们有尊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尤其是在重大这个救助当中，一定是的确需要嘛。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有一个机制是适度去调，而不是10年我们再来调一个，这样不太。谢谢，非常谢谢杨琼杨委员。谢谢。我们延议2个礼拜内，我们跟委员报告哈。是，谢谢。好，谢谢杨琼杨委员。来，副主委请回。好，接下来请洪孟凯洪委员。洪孟凯洪委员。洪孟凯洪委员不在，李桂敏李委员，主席，我们麻烦请副主委。好，请副主委就备询台。
副主委早。因为本席只有四分钟哦，所以就拜托您针对问题来问啊。其实今天我的问题主要是针对荣民农券基金会的部分，我要请教副主委，就是说，副主委认同适才适所这个概念吗？当然。好，那副主委认同这个知人善用？那当然了。好，那我们看看这个荣民荣券基金会的部分呢，待会我们来看看它的架构是不是有符合这个副主委认定的刚才提到的这个标准。我们知道副主委同样也是这个基金会的董事长，是。可是我们在看到这个人选之前呢，我们要先讲到基金会的它主要的宗旨。副主委这个董事长啊，这个基金会的第二条哈，组织上面的捐助章程里面第二条，他白纸黑字说了什么？他说基金会应该要有效管理基金，加会农民融券，办理下面的四项。第四项里面他说到呢，其他有关农民融券的福利以及服务。我刚听到这个董事长，你在提到报告的时候呢，提到这个清寒的奖学金，基本上面来讲，其实本席认为啊，那些的都太少了，本席认为太少。可我们回归到前面，我要先请教的就是说，基金会应该要有效管理基金，董事长，您认为基金会有效管理基金了吗？我们还在持续努力，不过跟委员报告哈，在以前。我们为什么不谈以前？我们讲现在。我们发2500，现在为什么会变好10000？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努力了哈。好，在我刚接任的时候，我们就会是短处，就欠9000多万。我先打个岔，因为我们还没有讲到福利，我们只有讲第一个， okay. 我们一个一个来。第一个，有效管理基金有还是没有？就是要继续努力，但是跟。我们如果拿成绩来看，我们是好很多啊。跟董事长报告啊，我们看一下您的报告里面提到的呢，你现在的收入来源，我们先不谈一次性的，一次性刚刚已经提到了啊，就是你去卖黄金啊什么那些，其实都是一次性。我们不谈一次性的，我们谈稳健的收入来源的部分。您的这个投资的部分呢，其实你上面自己讲的，就是说你的这些的东西呢，都低于银行一年期的定存。然后在你其他的报告里面，你也提到你主要的收入来源其实都是资息嘛，你的资息摆的都是在银行的存款，这是您的报告上面说的。那我就请教了，以这么些为的，以你的投资报酬，先不提，就是说你卖掉过资产之后，现在资产有二级，先不提这个东西，我们讲单纯的基金本身的它的基金本体的部分呢，你原来捐助商城上面就是已经有10亿了嘛，那你把这些钱呢都摆在银行里面，也知道这些的票券它的投资的组合呢都不好，这样子能够符合有效管理基金吗？这是我第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时间关系，我先把我的问题讲完，再拜托那个董事长以书面回复。第二个，我们讲说你要有效管理资金，那不难道就是说你的董事成员的组织的成分里面要有懂得投资组合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吗？但是我在看你的董事的组合里面，当然我知道董事长您会有委屈，因为有一些部分是官派的，可能未必能够尽如你意。但是董事长，现在您也是这个副主委，也是执政党的一份子，所以在各个机构指派的时候呢，您能不能够也拜托各个行政的单位考虑到荣民他对于国家的贡献，所以能够让最起码有一些成员里面能够让这些懂得投资组合怎么样子能够创造获利的这些的人能够参与。因为董事长您的这个董事人选呢，我没有意见，但是我觉得好像看不出来他们懂得这个投资，这是我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呢，我要请教说，它的上面的提到就是说，关于荣民融券的福利啊跟服务啊，我觉得董事长您刚刚讲的很好，这些荣民融券呢它都凋零了，它凋零的时候呢，在它还没有真正凋零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让它在它前面年轻的时候付出了一生为国家打拼，这些我们最起码肯定他，我们对他们的照顾好像不应该只是给
每个月给多少钱而已。我刚刚听到您增加了给的福利，但问题是说有时候很多东西并不是钱能够满足的。对于农民，他对于台湾的贡献，我们是不是最基本的给他的尊重？我要请教副主委，我们给了这些对台湾有贡献的农民，给了什么样的尊重，给了什么样的一个照顾？是刚刚委员提到几个问题，第一个你提到就是我们的有效管理就是利息了，这是这样哈、哦。我们就是一个小基金会，然后我们没有专业人员，我们不敢随便投资哈、哦，因为如果万一亏损了，那我们怎么是对？所以我打个岔，副主委，您是执政党所派的副主委，您在执政党各个行政机关，当他们指派董事的时候呢，是不是也可以让一些懂得投资的人能够纳入，而不是全部都是政治的派令？我相信刚副主任你刚刚前面提到你认同要适才适所，那就是要把对的人摆在对的位置，而不是一缸子的政治的派令。 是跟我很报告，他不是这政治的派令，是好、哦、政府机关就跟农民农业有关系的，比如农民农业是根据好啊跟啊、跟《两岸关系条例》，所以陆委会跟海基会都有人。是，哦、但我的意思只是说，另外一部分就是农民的代表。我们另外一部分就是全部农民的代表，没有任何的意见。那委员讲那个投资的部的专家部分，这个哈、哦，我们来跟政府机关哈、哦，拜托他们能够派，他最起码派懂的人嘛。是这个我们是可以努力的。要照顾人民，不是随便派一个投庸的人进来就好了。这个我们这个可以努力，这当然。那还有那个，抱歉，因为时间到，我再拜托那个副主委再用书面的回答就好，我把题目讲出来就好了。就我看到你的约聘的人员呐、啊。看到你约聘的人员，刚才说是有这个12位嘛，是不是？是。那但是这些约聘的人员，他对于基金会造成的一个成本，还有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因为我看你派的全部都是秘书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这么多秘书啊？你不是应该？难道是你的宗旨，还有你应该提供的服务这些的东西，你应该去做规划？为什么会需要那么多的秘书？我再拜托副主委在会后用。他每一位都有专管的，对我们看不到。好，再拜托用书面回答。好，那我们用书面提供给。谢谢，感谢。好，谢谢李桂明李委员，李副主委，请回。好，接下来请傅昆萁副委员。傅昆萁副委员，傅昆萁副委员不在。高嘉瑜高委员，高嘉瑜高委员，高嘉瑜高委员不在。孔文琪委员，孔文琪委员，孔文琪委员不在。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接下来请邱志伟委员。哎，谢主席，请李副主委。好，请李副主委就补询看。这个事管处的张处长。邱院长。哎，主委，嘿，副主委，今天讲迄个农民农眷哈，冈山有个冈山农家哈，你捌去过哈？对，当然。冈山农家目前的这个服务状况、跟人力的配置、跟设备，啊，您目前觉得满意吗？大家好，我是教养养护处处长。那农家是公务机关，它的配置是有编制的，它都要依照编制来那个派任，所以说它都依照编制来那个。你们了解这个每个农家的特性哈？是，它农家基本上这个老人人口比较多，而且过去比较多眷村，所以眷村的这些长辈有时候到农家去，农家就是需要他有一个好的环境，可以在那边这个生活。甚至就医、哦、他们就医都去哪里？就医我们有一个三级整合，他最优先的话都会到我们的农总的分院或者是农总，然后假如说很急诊。农总分院吗？是哪里？农总分院在哪里？在台南分院。报委员，台南分院他要跑到台南？是，他跑去高雄农总比较近。台南的距离你有去过吗？我去过，我在台南分院。你确定冈山离台南比较近？冈山的话，到高雄龙总跟到台南分院的距离差不多。那当然去高雄龙总啊，怎么会跑去这个分院去？对，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我们两边都。但是医疗品质，它的资源当然是高雄龙比较好啊。是选择高雄龙总。但你高雄都往台南分院送，会比较长一点。台南分院在哪里，你知道吗？在永康。对啊，你从冈山到永康，怎么会比
这个冈山到这个左营还近？没有，这个不会强制了。这跟我报，这一定不会强制了。哦，我是以为你们强制都一定要举例了哈，我们的桃园荣家跟八德荣家每天有车去哪里？去台北荣总。我们那里就有个桃园荣福院，他们还说现在我们这里啊，我们这里就可以，可是只能尊重啊。他的需求相对比较高。因为第一个，他有眷村的这些长辈；另外，他这个非都会区老人人口比较多，所以非这个农眷的部分，就一般的市民，他的长辈能不能进驻？能不能进驻？还可以啊。那目前比例是多少？高委员，我们进驻，我们开放给一般民众，它是有一个限制，是占床率低于90%以下，我们是开放5%到10%。那通常是养护的床位会比较缺，比较少，那安养的床位会比较多。目前我们所有16所农家，总共有483位的一般民众已经进驻了。我是问冈山，冈山农家我会再去查一下我的资料。冈山农家它开放多少的一般民众？需求一般市民长辈哈。是。他年纪比较大，而且他如果经济弱势的话，他需要去这个冈山农家。你如果有多余的床位，剩余的床位，我希望能够更多的比例可以提供给一般是啊非农眷的这些长辈是啊，不要发现你空床在那边，我知道浪费这个资源是。而且你们有什么活动哈，也希望通知一下当地的立委吧。是。好，因为他是冈山农家，但是他的行政区是位在燕巢，对不对？燕巢当然不是我的选区，但是他冈山农家很多服务的这些这个眷村的这些长辈都是在冈山的眷村嘛。是，所以你有活动或者你有什么相关的计划，也麻烦你们通知一下当地的立委，可以吗？这我们会要求每个农家都应该这样做。从来没有啊，什么时候要求过我？好，那什么邀请过我？那个就很这样子哈。你刚刚讲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哈，既然叫农家农民优先呐、啊，对的。那有意义，我们提供给民众。我不发现说，我不要让我发现说有空床在那边闲置在那边，然后一般的这个市民的长辈没有办法进去。是，我跟委员报告，我们刚来执政的时候，也就是将近4年前哈，在。民众在我们农家总共几个10个了，现在是408个，所以我们是有开放，但我们在积极的低。第二，我们以前要求，好、哦，农务处跟农家哈、哦，当地的县市政府跟立委要邀请，当然如果是内部的就不邀请了哈、哦。但因为有一点哈、哦、是这样，您刚提到，我们因为怕争议哈、哦，我们只邀请当区的立委啦。那你刚刚提到哈、哦，你不在那一区，但是很多你的选区区，这一点我们请他们再研究。隔壁的立委，但是他冈山农家啦，冈山就是我的选区。哦，冈山是你的选区，那应该但是他行政区不是我的选区嘛？所以你不用说拘泥在一个说啊，这个一定要在行政区。OK， 这个我们再要求，甚至全高雄市都邀请也没有关系啊。是啊，我们都多一点人关心，邀请县市政府跟立委。不，我有点时间问一下这个事业处处长哈，这个退伍会转投资目前事业单位多少？我们所有持股有持股的30家，那主要投资持股就20%以上的23家。好，我们讨论20%以上的了哈。是。这个20%以上有23家，过去一年有赚钱的有几家？目前23家里面，除了欧西，因为龙旗的案子他一直都没有营运之外，还有泛雅，他这两年有受到一些工程的影响，其他的都是有盈余的。有21家都有盈余了。是。好，你们对盈余啊，这个退伍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好，就是他如果，比方说哈，我具体说了哈，有瓦斯公司。瓦斯公司，他如果在价格上面独断、垄断，啊，造成说很多这个用户，不管是企业用户或是一般用户，对价格他们有这些疑虑，形成垄断性的这个控制。那你们又是20%以上的股东，那但是你们不是董事长，你们不是这个总经理，那你们官派的董事能不能对他们经营有这个包括在价格上垄断有没有什么约束性？跟委员报告，基本上因为它是属于地区，就每一个瓦斯公司它一个核定的地区，所以它是很容易。地区只有一家。对，它就是一定是就是按照目前天然气事业法，它是自然而然会形成地区的独占。那它的费率，所以按照刚委员讲，所以它一定是要经过地方政府还有经济部能源局的核定，所以它那个气价的确也是一个核定的气价。但刚委员我知道，就之前有一些部分的厂商的一些反应，这不是个案，这就是空案，有企业哦，大概每。
每个礼拜都来跟我反映说这个价格啊，他们难以接受。好、哦，特别在不景气的时候，这个因为这个天然气的成本增加，让他们这个可能会倒闭。哦，或者一般用户就觉得啊，这个可能这个天然气那么贵，所以你要发挥你这个官派董事的立场，好、哦，考以民为本。是以民众的福祉为优先，是啊，他有赚钱，那合理利润我可以接受，你超额利润我就不能接受了。是，各位嘛，就是目前特别针对工业锅炉的转换，这个大概这一两年也有部分委员都提到，那这个部分基本上在转换的这个都有做优惠的价格。那如果说像刚刚委员特别提到，你知道我在讲哪一家了？我知道，就是是。好，只要讲一下，是您的选择。再跟这个副主委再讲一下哈。好，了解。我们特别针对这家去了解一下，会再去协调。不要每个礼拜都为这一家来开协调会。是是。好，如果个案我没有问题啊，是变成已经通案了。是。好，谢谢邱志伟邱委员哈。好，也谢谢李副主委。好，接下来请何新存委员。何新存委员，何新存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陈玉珍委员，陈玉珍委员，陈玉珍委员不在。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不在。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蔡义仪委员，蔡义仪委员，蔡义仪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陈以信陈委员。主席好啊，我请这个李副主任委员。好，请李副主委。陈委员好。哎，副委员，副主委好啊，这个十几年不见了，先跟你问候。那个我想请问一下，现在新冠肺炎的疫情非常严重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个行政院卫福部这边所发布的一级的这个防疫的应变作为啊，我想请问一下副主委啊，这个退辅会这一边所要负责的有关于这个防疫的应变作为啊，在一级开设的时候啊是什么样子的？是黄秋我们就位处长。哎，委员好。所以我们退伍会啊，在年前就已经成立了这个专案小组在做。那防疫这个升级以后呢，我们在退伍会已经成立了这个指挥中心。那每周或者不定期的，随时有需要随时开会。那根据他中央的话，我们就进驻的话，就是中央有任何的指导，我们就马上可以直接横向联系，那配合中央来做。我想请问哈，这个退伍会啊，在这个政府所规划的应变作为在一级开设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是退伍会应该要负责的？这个中央开设的话，他会给我们北中南所有的总院，他们有分派他们医学中心的任务、区院任务，那如何动线如何做，隔离的床位如何分配，那我们都根据疾管署中央给我们分派的任务，我们来做。这个考试算及格啊！现在的这个一级防疫的时候啊，退伍会的应变作为啊。在第一级开设的时候，必须要能够协调荣民医疗体系病床的调度以及资源。是。那我这边要请问哈，跟退辅会相关的这个事业里面啊，天然气啊，然后电力啊，客运其实都有哈。那么这一些单位，它有没有在一级防疫的时候，它的应变措施是什么？跟委员报告，我们的转投资事业都从新冠肺炎的疫情开始的时候，其实各个投资事业都已经召开了内部的应变小组。那随着政府的提高的这个升级，那相关的这一些，特别是客运公司、天然气公司内部也都把相关的这个应变措施也都提升了。所以现在他们都是属于，当然是自行的，就是配合整个疫情升高做自行的管制，但是管制的密度、频率，包含这些东西都有做。一级开设的时候，这些单位应该要做的应变作为是什么？目前就因为我们目前是跟大众接触，针对的主要还是接触面的这一些员工，他的相关的防疫、自我的防疫措施为主。对不起，我必须说这不是正确答案哈。正确的答案是要针对这个天然气还有这些能源的这些设施哈，国营企业的设施哈，要有持续营运的计划。什么叫持续营运的计划？就是当这个疫情扩大到可能社区感染的时候哈，能源、天然气、客运啊，这些电力通通都是必须要能够与这个社区传染的一个状况要能够共存的。好，所以说我这边必须要提醒退辅会哈，
针对现在一级防疫开设跟退辅会相关的这些单位，都要能够准备好持续营运的计划。疫情会大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好，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刚才呢有所疏漏，请退辅会能够注意到。是，好，那刚才在这个这个前面的讨论当中哈，有讨论到现在目前荣家的居家隔离的人数现在是三位嘛哈，那么好，这个地方我要请问一下哈，在荣家现在有16个荣家，那针对这个肺炎这个防疫的这个隔离的空间的这个平的这个标准哈，设置的标准是什么？是，现在基本上是一人一间，然后没有用中央空调，是独立的，有独立的卫浴，现在目前是这个样子。好，把下一页秀出来。基本上哈，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你们在106年的时候所自己提出来的一个这个有关于这个卫生防护隔离空间设置的一个一些基本的标准哈。所以你看到现在有主要有四个标准哈，要设有隔离空间，然后隔离空间要符合控制的规定，然后呢隔离空间使用对象要明确，然后有各种隔离措施标准作业的流程哈，这是四项哈。来，我想请问一下，16个荣家目前根据这四项标准里面是完全符合呢，还是有部分不符合？现在的状况是什么？现在的状况是完全符合，16个荣家都能完全符合，都有独立的空间，独立的卫浴设备，而且都有呼叫铃，然后不是用中央空调。好，那这个答案我很满意，我认为哈，荣家一定要掌握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好，在超前部署，因为现在这个社区感染会有多严重，我们不晓得。然后呢，这个目前虽然居家隔离三人哈，但是随着疫情的扩大，它人数有可能增加，甚至呢也有可能会有人确诊。一旦确诊的话呢，它的这个隔离空间的这个使用状况啊，要特别的注意。所以现在能够达到完全的符合，这是好事哈。那但是我们要做超前部署的准备。好，那最后我再请问一个问题哈。目前的精英圆梦的这个补助计划，我刚刚看到非常好。我想请问副主委，目前针对这个清寒的荣眷荣民子女的精英补助计划，他们的硕士跟博士各是补助多少钱？硕士博士是一次性50万，一次性50万。那高中大学一次性40万。那你说在硕士只能领一次，那如果硕士领到，我念博士班可不可以？就这样。那我想请问一下哈。这个硕士一般都是念几年？一年两年？是哈，对。那博士呢？四到八年哈。我想跟主委讲，这个计划很好，清寒的荣眷荣弟子弟哈，多给他补助是应该的。但是这个本席也这个在国外念硕士念博士，知道哈，这个很辛苦，钱呢很需要，所以呢，在硕士的部分一年50万。其实都已经不够用了，博士一年还是只给50万，那更是远远不够。我希望这个地方哈，其实这个好的事情啊，我们不怕增加预算哈。那这个基金上面的增加，我希望啊，这个退辅会这边能够考虑，针对博士的时候是不是增加到100万，或者说啊，他还可以分成这个一次或两次哦来领取哈。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必要。今天清寒的荣眷子女能够念到博士，在国外，尤其是你们也有规定是要前500大的这个好学校，都已经不简单了，多给他一些补助哈，其实没有差到多少钱啊，希望退辅会能够给他这个增加哈。好，第二个，我看到就是说在奖学金的计划有数千名啊，每年大概将近6000名的这个奖学金的计划，超过六千名哈。然后有这个精英的圆梦计划，出去念硕博士的很好啊，但是这中间啊好像少了一层，清寒的这个子女哈。他们没有到优秀到出去念硕博士的哈，那平常也可能之前没有拿这个在国内的奖学金的，有没有能够提供给他们也出国的，也提供给他们出国游学的一种补助，小额的补助，机票的补助也好，或者说几万块的补助，让这些还没有出去念硕士，还没有出去念博士，可是呢，他呢可以先出去看一看，然后先出去。知道他以后，哎，还可以再想办法啊，圆一个梦想。有没有这种小额补助的一个计划？是我刚刚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博士的部分能不能提高费用，第二是这个游学，那是不是跟我们报？因为我们每个月我要主持一次的工作汇报啊，所以一个月后
好、哦，我们讨论完以后再跟你报告，好不好？我想这个东西那附带刚刚你提到那个，很谢谢你哦。就万一如果社区感染，那我们这些公共事业，只要是指瓦斯跟运输业哈、哦，那这个我请那个处长哈、哦，再跟他们讨论哈。那我们整体的作为哈、哦，我们研究完以后，我们也会跟委员报告。谢谢，谢谢，好，希望看到有正面的答案，谢谢。好，谢谢陈以信陈委员，那感谢我们李副主委哈。那接下来我们因为王定王委员也赶到会场了哈，那王定王委员就请你发言，但是时间请你就发言短一点哈，麻烦你了，谢谢。委员，你建议几分钟？一分钟哦哈。人家老教训咱你嘛，嘿，好，谢谢，麻烦副主委。请副主委就备询台，那就一分钟喽。那先我们自己延长嘿。王委员好。副主委好，我先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最近我们在不管是中国或日本哈，武汉肺炎导致死亡或者重症的病例，它有几个特色，年长者或者是长期慢性疾病，那还有跟特殊，比方说一级疫区接触的历史哈。本席这边给你一个数据哈，美国现在最新的六个死亡病例。都来自于华盛顿州长青健康医疗中心 （Senior Center）， 也就是我们荣家这种的机构，也就是他连续死亡到现在已经六个了。那在这个西雅图附近的这一个美国华盛顿州长青健康医疗中心里面的营养师哈，刚好是我们台侨，他里面有一些原来平常的做法，遇到这个疫情来。完全没办法，他没有分仓，共同活动一下就散开来了哈。我先请教一下，就我们所属荣家，因为我们也有双人房，那他们平常有这样活动，针对这一次的武汉肺炎这么严重哈，我们有没有什么应变的措施？是，谢委员。那我们荣家第一个是就已经先暂时停止大型的一个集会活动，但我们荣家那个安养的话是独立的寝室。他个别的寝室，那养护房按照一般的标准都要4到6个人一间。你们访客有没有进行？那访客有，这访客一进来之前，在门口就会量体温，然后去问他有没有到过到这些疫区，然后再对路配我们更有更加强的管制，我们会跟路出境做比对。我们各个荣家哈。你们那里有没有健保卡的读卡机跟云端连线？有，我们每个农家都有一个保健组，都有诊所，我都有读卡机。我只提这一个点哈，是，就是说现在量体温已经没办法当做唯一的指标了，甚至于旅游史也不是唯一的指标了。但我们总是要做个调查。是，那根据我从那个基层诊所协会那边听到的，几乎在报告自己的旅游史哈，完全讲实话的几乎是零了。所以要透过云端用健保卡那个 VPN 去看，是。所以你们在门口的保全，如果在做这样的管制的时候，是不是有没有办法来看他的卡或怎么样？那个管制要严格一点，要不然荣家这些长辈哈，是，其实他属于高风险群。好，我这边做一个提醒。是。好，接下来哈，我们台南的荣家的迁移工程已经 delay 很久了，慢了很久了哈。是。那原来编的预算是多少？是12.5亿。原来在大学路，那你们把这整合要迁移到这个网寮的农民医院对面这块地哈，你们原来编的预算是多少钱？在这个修正第一次修正计划以后就到15亿，本来是12亿吧？12亿嘛，工程款的部分是本来是12亿嘛，后来你们又重新修正编到15亿左右嘛，那现在要调整到17亿嘛？是。那加2.5亿，你们送到国发会那边，他的结论有没有同意给你们追加？因为你追加的额度从12亿到17亿哈，你增加的幅度几乎高达40%。那国发会的意见是什么？是国发会在昨天下班的时候，他的文回来了。那他有几个意见？第一个就是原本之前的报的修计划是一个单元两个独立的寝室共用一套卫浴设备，他等于降规格，对，想把价钱压下来。但是你改厕所这个省不了多少钱哦。现在他的意见就是说，那现在我们的长照规定并没有规定一定要一人一间。那我们现在他说我们现在把它改成40个
套房一人一间，他觉得跟我们之前最早的报的计划是不一样的，他建议还是回归之前的计划，就是两人独立的寝室共用一个。我最后问了哈，是会增加这么多，因为一般这样的预算增加40%哈，很罕见，真正原因是什么？你们有没有跟国发会沟通？这个是分两期啦齁，一个就是那个前瞻跟中央工程计划齁，那很多的工程，第二就台商会回流，第三就砂石颜料齁，所以就我们如果分两次来看没有到48%，第二我刚补充，这是台南特有的现象，国发会台南的工都找不到了啦齁，外用请假完，台南的板模工营造工全部被台积电投资1兆2000亿、全部吸过去了，是那所以变成工资上涨，物料上涨啊！刚刚我们处长还没报，就国发会原则上我们说要增2.5亿，国发会同意，但只有一个，就刚提那一项2000多万 okay, 所以从12亿提高到15亿多，差不多 OK。但是你们要把厕所本来是套房改成2间共用一个，那个大概省2000万嘛？是，所以就省2000万。他就同意让你们追加2.5亿。他的意见是说，他的意见最重要是这个意见。那这样够不够？你们一直有标哦，你们标不出去哦。这样补了2.5亿，厕所改变一下，降了2000万，这样够不够？这因为是国发会给我们，我们要在我们国发会，他有那个，你们是专，你们是全责单位嘛？是，这样够还是不够？因为你这个工程牵涉到东区大学路那个款。那个会场要交出来，牵涉到长照的，把那些老先生移到那里去，已经慢了几年了。我今天不是要指责你们，因为我知道里面有一些真的是不是你们的问题，但是一直慢下来不行。现在给了你2.5亿，厕所修改了降了2000万，够不够？鲍委员，我补充一下，因为现在这一次所有增付需要调整的部分，都是经过我们代办机关找设计师重新仿价出来以后的一个结果。这里面当然包含我们整个计划作为的时候，其实是跟实际我们现在109年要来执行的时候是有一些落差的，因为包含这个物价的调整、供应链边的标准的调整。因为你们从12亿多调到17亿，看起来短差差不多将近5亿。是，现在国发会只给你2.5亿，哦，不是，这个里面12亿的部分是指台南荣家的部分。我们当初讲15亿的是不包含军方迁建到那个，那笔钱也是要花嘛。对对对，那个已经问了八军团，他们不替你付这一条了。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回到一个基本的，就是你们这一个工程已经延宕了几年了。那现在你们根据你们不足的方式报了将近5亿。那国发会叫你厕所的设计修改只省2000万，他也只给你2亿多，够不够？你还是留标嘛。报告，我们没有报5亿，这个是代办机关出来的，就是2.5亿，就是现在。所以这2.5亿是够，可以标出去。对对对，2.5亿，但是现在国发会经过审查以后，针对我们原来不符合计划里面所调整的部分，就是安养40间房舍共用厕所的摆成独立的这个部分，他觉得不妥，还是要请我们调降下来。我们预估会调减2000多万。那另外还有一个项目，就是针对停车场的这个部分，他认为你按照原来105年的编列标准到109年，这里面有一点点差价，这部分也要减列。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请代办机关找设计单位重新调整完以后报修正计划，尽快核定这个案子去开标。我们估计什么时候会再挂上网去招标？现在其实已经在公开招标了，但是你们在改，对，那我们希望在3月18号之前取得这个修正计划的核定，能够顺利来进行。如果有需要做微幅的调整，台南市政府也会配合再做一些购案招标文件的修正。那希望在短期之内能够正式的来招标。如果3月份再留标，这个案子会怎么样？这个案子里面后面比较大的问题是建造的部分会到期 ，R7 停止营区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因为到4月份就到期，所以我们希望，但是整个的计划我没有时间了啦，好，都是按照那个问题很简单，设计单位3月份再留标，这个工程会怎么样？就结束了，是不是？好，我想这样吧，会后能不能请你们赶快跟王委员报告一下相关的？我这问题最后一点很简单嘛，3月份再留标会怎么样？这个案子还可以继续展延吗？这个建造的部分还要再努力。造过期的啊，你怎么展延？对，你们从开始到现在拖了几年了？哦，所以这个进度的延宕到3月份，如果留标，这个案子等一下建造要重新来。
那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有些非战之罪，但有些我觉得到底是横向跟国发会的沟通的问题，还是我们内部整理资料太慢？这一个工程影响到台南好几个跨区的计划。如果到三月份，你不能保证你一定标出去了。我坦白讲，那流标的话，最坏的打算，那时候你要有一些交代哦，好不好？我会继续追踪这案子哈，谢谢。好，谢谢王定王委员，来李副主委等请回哈。好，已登记的委员除了不在场外，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本日会议由委员鲁明哲提出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回复。本日的委员口头质询的部分来不及答复的部分，或者要求补充资料者，也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提供。那本次的讨论事项第一案，财团法人农民农眷基金会109年预算书案，另外择期继续审查。第二案，财团法人农民农眷基金会105年度预算决议等五案，以及第三案，处理院会交付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请就单位预算安置基金及财团法人农民农眷基金会之预算编列予以厘清，简送书面报告案。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已经将书面报告提交本会，那各位委员有没有异议？好，如果没有异议的话，那我们就同意主语备查提报院会。好，最后散会。